你们这个眼神啊，嗯，我说爱你，好，受累了啊，我比他爱你啊，好好，你们俩一块儿吧啊，我可爱跟你们聊天了啊，别的艺术形式也不可能这么快乐，也就是说书可以这样啊，其实以后可以这样啊，一说开始咱们就喊半个小时的好、啊行了，我无法跟制作单位交代。道德三皇五帝，功名夏侯商周，瓦七雄闹春秋，顷刻兴亡过手。青史几行名姓，北邙无数荒丘。前人播种，后人收，说甚龙争虎斗？不，我不能听你们的啊，这个没有来俩的让人笑话，哪天等我喝多了咱们来俩啊，我且喝不多呢啊，现在对酒一点都不感兴趣，二十出头那会儿就跟逞能似的，一天到晚的天天的一块喝酒，一块的小朋友们啊，有小男孩还有小小子啊，我二十出头我可能喝酒了，我跟于谦老师聊过天，我说我喝到现在你们这样的三五个捆一块也喝不过我，那会儿特别能喝，也不觉得怎么着，这后来想了想也确实，我喝酒没有瘾，我不像人家是他们聊天说这有瘾，一闻就特别香啊，两天不喝就想，我说那干了，我说你们这真是爱这个，我是不爱这个，是敢喝也能喝，无论碰见谁喝酒了，来啊倒一杯就敢给你喝啊，但后来所以想了想没有意义了，算了不喝了，这一撂下就撂下好多年，现在真是不行了，拿起杯子一闻这白酒味就觉得腻味的很，不爱喝啊，啤酒也不行了，当年啤酒还能喝一点，尤其天热，我当年唱戏的时候你看后台拿凉啤酒印场，后台老先生直骂街要疯啊，你这是因为演员的嗓子就怕这个，尤其啤酒，它有啤酒花，喝完之后呢，它对嗓子是毛病在哪儿呢？喝完啤酒嗓子就松起来了，高音上不去，所以说不让喝啤酒，尤其凉啤酒，热嗓子正热着呢，凉啤酒一砸马上就哑，声带充血，也邪了门了。我也这些年也没犯过这个，因为每一个演员他这个不一样，啊，印场一般来说都喝热水。有喝特别热的，我们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先生得喝滚烫的开水，在后台唱戏这快上场了啊，这场或者下来需要喝一口水，要喝滚烫的水，这水不滚烫不行，你这怎么弄？京剧大家李万春先生啊，喝这个加冰块的凉白开，喝这个人也照唱不误啊，当然还有的那个一般女演员，我那会儿唱戏后台那小姑娘头唱戏了，来一杯牛奶泡一根西洋参，我说你这现喝还来得及吗？保护嗓子，这来不及，现喝哪来得及去啊，是个状态。还有的老先生上场之前喝一勺香油，为什么呢？让这嗓子老这么悠悠乎乎的，不至于这么干啊。还有的就是一口一口喝水，其实喝水是紧张的表现，真到那会儿这口水下去什么都不管呢，不管用啊，反正闹嗓子，头上场有的时候不出音了，一字不出，就来俩松花蛋，搁着大茶缸子就杵碎了，拿开水，有的用黄酒的浇在里头，咔咔咔这么搅，搅碎了喝，嗓子特别亮。但这是顶药，只管今天晚上的戏，明天一字不出还得治去，啊，反正做演员就这句话吧，叫子弟无音客无本。什么意思呢？子弟梨园子弟，子弟无音，没有嗓子不出声音。就如同做生意没有本钱是一样的，啊，当然现在无所谓了，现在不像当年，啊，现在到哪儿演出都有一小蜜蜂，挂着一小话筒，人有的演员带俩了，带仨了都有，就为了这个，到后台跟别人可以不客气，跟音响师都特别客气，今儿好与坏全在他那儿啊。那过去我们唱戏那会儿哪有这个，尤其要农村唱戏去，一搭台站台上底下来2000老乡，那你全靠喊。啊，你不喊不行啊！
反正艺术的发展是随着它的环境所不断调整的啊。说书就好一点了，说书这门艺术，你说真搁一十万人体育馆，那就没法看了。说相声商演，我们最早的时候，十几年前德云社刚干商演，说相声应该走有六七千人的体育馆，七八千的也有。上海有过办体育馆，这都干过。我最多的一场是大连体育场十万人演过一回，后来我说咱别费那劲了，头一句说完了，观众就半天才能听见。两边立俩大屏幕啊，这不像话。其实说相声最好就是五百人上下的小剧场，啊，三四百人都行，观众也舒服，演员也开心。啊，说书呢，其实别过二百人，啊，小书馆一百来人聊着天，互相都看得见，这是最好的了。你真找体育场说书，那个玩意儿那看不见你，所有的细微的表情都没有。所以说干这个节目我很开心啊，说书跟大伙儿聊天，也搭着你们各位这么什么爱看我是吧？是，我是长得挺好看的，嗯，是什么事啊？就是啊，时间长了，那、啊、你看到棚里来的各位，好多我都叫得上名字来啊。你看王大胖子、孙大胖子、李大胖子、刘大胖子，这样这几个大胖子我都认识。演员跟观众之间其实就是一个感情的问题啊，这个。观众如果认可喜欢你怎么都对，什么叫忘词儿了，哪就凉掉了，没板没眼了，都对，都是优点啊。观众要说不爱看你怎么都不对啊，我就不爱看郭德纲，我觉得郭德纲不好啊，虽然说我也不知道哪儿不好，我就说他不好，这没有办法啊。他只要说成功了，那就都成功了。所以这行干到最后是心理学的东西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好，接着聊啊。好啊，我最大的脾气耳朵根子硬，哎，就是不听人劝。哼，说书嘛，没有一上来就说故事的，那成外行了啊。聊这些闲白，聊这些闲天儿，也是给观众带到这个环境当中来啊。自打这个坑王开始以来，说了不少的书，挖了不少的坑。老话说得好，狮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。你在坑里待了这么久了，你出去其实也没有什么意思。对，一个坑、俩坑、三坑、五坑、十个坑、八坑、三五百个坑，所以坑对你们来说其实是一样的，也不差这一个。这两位壮士，我怀疑你们俩是原来我们这保安那俩大哥啊。上回一直在讲刘墉啊，因为这个我也曾经在前几期聊过啊，这个刘墉在这个评书或单口相声里的表现形式，他分多少道腕儿。所谓的多少道腕儿，其实是后台的行话，就是说有多少个书道子，多少个不一样的故事。我也曾经讲过，单说刘墉和珅乾隆，那最起码就像坑王驾到这个得拿出三年的时间来啊，才能讲得明白，也不现实。所以说呢，就掐了其中一点尖儿给大伙念叨念叨。如果再接着之前参皇上之后私访玉泉山再往下顺，还有这么几个小章节之后就要下江南了。乾隆爷下江南是三回，一下江南，二下江南，到三下江南金山寺巡父，那个很复杂啊，那个单讲反正多了不敢说吧，四五十回书是有的啊。所以那个咱们找机会再单说乾隆下江南好不好？好。今天给你们讲一个你们可能听过可能又忘了的一个故事啊。那么今天我们开，你看看啊，我就这么拿话领着你们还不明白吗？现在告诉你，刘墉那个是个坑。今儿咱们开心的，说为什么呢？好汉武松。最简单，最难，真的。你看我说了好多闹妖精闹鬼的故事啊，但是你要问我偏爱呢，其实宋江啊、武松啊、
什么三国的片段，这都是我挺爱的。为什么呢？这个东西他看能耐。我说闹妖精那个，那怎么都对，说呗。就我嘴里说那妖精跟鬼啊，反正够一车了也，各式各样的，你也没听过，那故事情节能给您勾得住。但是说，我说一个曹操呀、啊，什么宋江啊，说一什么，你出去花十块钱买本书，现在都不用花钱了，上网一搜，有的是在线阅读的，啊，这个故事人人都知道。那么人人都知道的故事，还给人怎么说，就看说书的能耐了。越熟的东西越难干啊！你要说山珍海味炒一什么菜，这个谁都行，东西就好嘛。白菜帮子炒一菜，炒完大伙儿都爱吃，那就是厨子的手艺问题了啊！白菜帮子来了啊！水浒每个人说的不一样，当年我们的相声大师张寿臣先生曾经有段时间不说相声就说书，他是从生辰杠开始开，到后边到哪儿收呢？收这个双枪将董平，他到那儿，张先生说到这儿，一般的没有说从头到尾把《水浒》全说一遍，不这么干，因为过去说书都是这一年一个书馆需要四个先生，每人盯三个月，啊，春节茶馆掌柜的把四位先生请来，咱们吃个饭，您是第一季度，您二季度。您第三季度后边是您，把书目说上，咱岔开了。您的《西游记》，您的《聊斋》，您的《三侠五义》，您的什么什么都说完了。这仨月为一转，这一年就排下来了。这个先生跟这儿盯仨月，演完了他走了，换别的地方，也是找四个书馆，这一年的工作就排下来了。因为他不可能在一个茶馆说把整个的这个《水浒》全说一遍，所以每个人呢有所擅长，有的呢单说。林冲跟鲁智深这俩人算一个 CP 啊，有的单说武松，有的说石秀，有的说宋江，有的单说卢俊义啊，就每个人的侧重点是不一样。我当年录过一套啊，电视台录，山东卫视播的，是2000年初播的，是90年代末播的，我都忘了，叫梁山好汉，350回，人电视台要求就要这要一年啊，录了350回，但是我在茶馆说我不能这么干，那说的还是单掐，你比如之前说宋江就说宋江，但是如果说我在这儿说宋江说完了怎么办，宋江后边接的就是武松啊，他这俩是互通有无。那么今天咱们的书从哪儿开呢？从阳谷县，阳谷县县太爷史文魁坐在二堂这儿喝闷酒，一杯一杯的啊，史文魁史的老爷啊，好喝酒好抽烟好烫头，这于的老爷，这是这瞎说啊，这个他只好喝酒，他夫人于氏啊好烫头好抽烟，一说一乐的事儿啊，都是真事儿、那么说史文魁史的老爷为什么要喝闷酒？老话说得好，酒入愁肠，愁更愁。喝酒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开心。你比如说德云社有几位，包括我经纪人，为什么要喝酒？喝酒开心，就那个环境那个气氛，喝酒那就是他的舞台啊，高兴张牙舞爪要现原形。但平时自己跟家喝一罐啤酒就能喝多了，他得非得跟那儿高兴一会儿，上了桌子脱一光膀子汗也下来了，那这酒就没数了。喝酒是在情绪，自己一个人坐着越喝越难受。为什么呢？景阳冈出了猛虎了，多少个猎户在那儿去打，打不着。列位，您上动物园瞧一大老虎去，哪是那么容易的呀，打老虎可不是简单的事情啊，但是你不打不行，断了行人了。所以说史的老爷很发愁，何时能够除去虎患，正为难了。有差人进来了，给大老爷道喜啊，什么事儿？有人把虎打死了。史文魁把这杯端起来一周就睡着了，
啊，太开心了啊，太开心了啊！差人一瞧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啊啊！老爷，你醒醒，得醒了，不醒不像话了，是吧？你像这个，这醉三天，咱们后边没法说了。啊，起来很高兴啊！哎呀，是猎户们谁打的？跟老爷您回，咱们这人没这个手艺，乃是行路之人打死猛虎。来呀，升堂，说一声升堂，快状造三班衙役排班肃列，阳谷县史文魁转屏风入座，请打虎的英雄。由打下面上了一位，晃当当身高啊，就跟我差不多。你们这就没意思了，真的。啊，我还行，我这身高，一米八二啊，但是我不能从椅子上下来。个儿矮有个儿矮的好处啊，谁见我都得低头啊。哼，那么说来这位是谁呢？多说无益，好汉的武松，啊，大高个儿，他必须得个儿大呀，他能打老虎啊。武松一米二那就完了，是不是？就从老虎腿底走过去了，顶多老虎闹一个胸口痒痒啊。大高个儿，四方大脸。环儿脚浓眉斜插天仓遮鬓角，一对大眼造波分明，晃荡荡天神一般往上一走，史文魁高兴了，就是他，不是这个样子打不了猛虎。后边跟着阳谷县这些个猎户有好几十人都上来了，先给老爷磕头。史文魁乐坏了，晃晃悠悠站起来了，有打公案桌后边出来啊，一把就搀起来了。你就是打虎英雄吗？这位拿手一指，他是，他是。老爷，我不是，我是猎户。哦，喝多了这是啊。来到这儿，伸双手相搀，英雄快快请起，把武松搀起来了啊。英雄。姓甚名谁？小的姓武名松，此番乃是来阳谷县找寻兄长。哎呀，英雄啊英雄啊，真了不起，看赏银过来。后边有差人拿牌拖上来了50两银子，这个银子是老爷我自己拿的啊，人家大老爷自己的钱，不是国库的，是我的钱，赏给你。大人，我谢谢您。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你打了老虎了，怎么能是寝食不安呢？啊，受禄必有功啊！大老爷，我是凑巧了，啊，赶寸了，让我打死了。这些个猎户们风餐露宿，埋伏在景阳岗上，他们不容易。这50两银子，老爷您赏给他们吧。大老爷一拍大腿，罢了，这是个人物字号，好好好，你们都听见了吗？啊，人家说了把银子赏给你们了，快点，谢谢大虎英雄。呼啦超都过去，谢谢英雄。哈哈哈哈。哎呀，那你不能走啊，我不管你是投亲戚找谁，那是你的事儿啊。老爷我太高兴了，狮子配红，阳谷县大街上你要游街，没有别的，让他们瞧一瞧谁打死的猛虎啊！一定得去，来来来，赶紧准备准备。大老爷说这个话，你就不能再推辞了。有人过来拿红绸子打了一个花儿，给英雄搁在胸前这儿，这儿斜着系好了。外边有人备了马，请打虎英雄上马。前面有班头拿着锣敲锣，列位。别小瞧敲锣，好大的面子，不是谁出来都能敲锣。知县出来敲锣，敲7下，军民人等齐闪开，7下7个字儿，告诉你们，军民人等齐闪开。知府出来敲9下，大小军民人等齐闪开。道台出来打15下，王爷出来32下，敲个没完了，那是耍猴的，连敲带喊，那是着火了。有人出来
扶着武松上了马，猎户们抬着大老虎，后边这帮差人跟着，前呼后拥，出了县衙门，直奔阳谷县的大道。街上人都满了，有看人的，有看老虎的。哎呦，大虎的英雄啊！所到之处，人人鼓掌，谢谢英雄，谢谢英雄啊！都鼓掌啊！有一个人手心呢长一疮，啊，不能这样拍，那也表示，哎呀，说书就得细致啊，各式各样叫好的都有。哎呀，打虎的英雄啊！往前走，这儿来老太太，啊，站在那儿擦着眼泪，英雄，我谢谢你啊！我儿子呀，让老虎吃了。我都没地儿喊冤去，我谢谢你啊！大伙儿都挑大拇哥，穿大街越小巷，往前走。猛然间，就在人群后边站着一个人，身高现在说一米上下，啊，不是很高，一米。看年纪呢，三十来岁啊，小圆脸儿。单眉细眼，有胡子茬儿，穿上打扮一瞧呢，很普通。身后有一摊儿，这挂一幌子，卖炊饼的，啊，站在这儿也往里边挤。但您琢磨，一米是吧？前面都高啊，他在底下，前面别嗨嗨嗨，那。啊，往里边扒人群，终于找到一个缝让他进来了，看一眼就瞧见武松了，这人就愣了。兄弟，喊了声兄弟，武松骑在马上跟百姓们正打招呼呢，啊，听人喊兄弟，就这么一回头，啪，一眼就瞧上，你瞧我，我瞧你，大英雄一闪身，又打马上跌落下来的，来不及下来了啊！打马上哗就下来了，两步到跟前儿，单腿点地跪下了，拿手这么一抱，砰！哥哥，谁呀？亲哥哥，武松的大哥。就是咱们《水浒传》里边著名的人物武大啊，就是老说那武大郎就是潘老人家啊。哎呀，武松都快两米了，他哥哥一米啊，哎呦，周围人都傻了，英雄饿了，看见卖饼子那么开心啊。武松二目之中滔滔泪下，哥哥呀哥哥，真是您呐。武大爷咧着嘴哭得跟个孩子似的，兄弟，嘿嘿嘿，我又看见你了啊，哎呦，各位你们看看，这是我一奶同胞的兄弟呀。所有人都啊，怎么呢，实在不相信啊，这俩人太悬殊，是吗？武大爷撇着嘴，双胞胎。这句说的特别不可信啊，是亲哥们儿，那是亲哥们儿啊。从小呢，父母死得早，武大爷又当爹又当妈，把兄弟拉扯大。这个武松是大英雄，打抱不平，后来出了人命了，逃门在外，这么些年来没见过。所以说这一回回来瞧见哥哥，眼泪止不住了啊。这儿站起身来擦擦眼泪，跟衙门口那几位头说说，我跟各位说一声啊，咱们就到这儿了，这是我亲哥哥，我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找我哥哥，我就不跟您各位游街去了啊，然后也差不多了，谢谢各位的抬，我跟我哥回家吧。那人说到这份上，大伙说那得了呗，您辛苦吧，啊，谢谢吧，我们替您跟这个
大老爷回一声去，哎，好，有劳各位。人们就都散了。五二爷一伸手，把这担子挑起来，担在肩上，啊，跟哥哥手拉手，哪是够受罪的啊？回家。这趟街叫什么呢？子石街。紫色的紫，石头的石，子石街，来到这儿了。一指，兄弟，这是咱们家。武二郎心里边挺开心，怎么呢？不错，这趟街的环境也很好，而且哥哥住的房子临街，啊，还是个小二楼，上面有窗户。哦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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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哥哥，这是咱们家，这是咱们家。兄弟，我还告诉你，哈哈，哥哥我成家了，你有嫂子了。哎呀，二爷开心呢，怎么呢？自己知道哥哥这状态，想当初从小的时候就有人说了，没人跟他，三寸钉骨树皮啊，有人管他叫丑鬼，一米高嘛，长得又丑，谁会跟他？现如今我哥哥成家了，我有嫂子了，这是一家人家，心里高兴。好，太好了，哥哥太好了，你等我给你敲门去啊。啪啪啪一砸门，就听里边有人搭茬来了。不多一会儿，门分左右，面前出现一个女人，二十来岁，那个长得又丢丢又狗狗，还不能一样了啊，很漂亮，好看，身材相貌都是一等一的人才，尤其这小脸蛋儿，瓜子脸尖下格，吹弹得破，就说这皮肤这么好啊，像一个煮熟的鸭蛋，啊，鸭蛋煮熟了，把皮儿去了，挂到房檐底下，拿露水珠打了一晚上，摘下来搁在粉盒里又咕噜一下，那个脸那个滋润啊，那脸都出油了，咸鸭蛋，反正是很好看，很漂亮。谁呢？我们的女医潘金莲。开开门，一眼先看见武松，哟，吓一跳，怎么呢？好一位美英雄啊！啊，哟，一愣，紧跟着你回来了。大爷个儿矮啊，武林家里贼回来啦啊！我给你介绍啊，我兄弟打虎的英雄武松。哦，是啊，哦哦，那个兄弟来，快进来快进来，别再接着说话，让进来了。二爷把挑放下啊，武林这儿摘帽子脱外边衣裳换鞋，打磨打磨土，来到这儿坐下了。潘金莲呢给倒的茶啊，哟，这叔叔回来了哈，从来没见过您啊，他也很少说啊。是，小弟武松参见曹操，深施一礼。潘金莲瞧得高兴，哎呦，一奶同胞，瞧这哥俩一点儿不一样。哎，瞧瞧武松又瞧瞧武大，潘金莲心说，这个要是我的得多好啊。好色风流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只为淫人妇，难保妻儿否，嬉戏眼前谋，孽满身后，报应从头，万恶淫为首，因此上眉色邪淫一笔勾。嗯，去，你说一万回了，不能再来一个啊！我猜你们到棚里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起哄啊！你们在自己本职工作这个单位也这样吗？也没有单位啊？哦，辞了啊！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哈、啊！公司都倒闭了，还有闲心听书呢？
他退学了，好的，你看人这大叔说退学了，你看着比我得大10岁，老年大学也能退学啊，多开心是吧？你说你们上班去，你跟单位领导绝不能这样说话啊，这样说话的后果也行，这就马上就不是你的领导了。嗯，闲话少说，书接上文。你看我说书最大特点就是这样好，给书听啊。你要这样就不合适了，聊会儿也行，聊天比说正文还开心呢。啊，好吧，因为有时候也确实不知道你们想听什么啊。要是摘我爱说的吧，又没完没了了，对吧？尽量就摘你们爱听的，想来想去，你们也就爱听定场诗，你们也不爱别的啊。真是得感谢您各位啊，有那个热心的朋友听，我们都听了10多年的了。因为这个，你要算从我在北京茶馆说书开始，应该是90年代96、97啊，那会儿的老观众，现在说岁数也不小了，应该都啊。我印象很深，北京有个东琉璃厂，有个西琉璃厂，嗯，那会儿两边我都干过，都演过。那个屋里有10张8仙桌子，一个桌子能坐6个人，加上加座吧，坐满了小100人，啊。当年最火爆的时候，连卖茶叶那个柜台上也是人，然后那茶馆呢，窗户推开了，窗户外边也是人，把茶杯放在窗台上，站在外边听，屋里边压压叉叉。你想他那个屋坐满100人，那得什么样啊？每天跟那儿说书，96、97那会儿开始，干了好几年，还那个有这个柱子，就垛子上贴张红纸，写上听书2元，2块钱。当然你跟他那喝茶，他那个人家的茶叶这个如何如何那个如何，喝茶没个200、300结不了账，听一下午书呢2块钱，但这也行啊，那够吃够花的了。这个钱下来之后，前后台再分，茶馆再留一点，后边有几个演员的大伙再一撇就得了，也挺快乐，也挺好玩的啊。观众们也挺好，有那个老爷子老头们天天来，有几位，有一位背大书包，我到现在印象很深，背大书包，大背头啊，当年就天天穿西装墨镜，大背头背书包，书包里装一大相册，是他跟所有名人照的相。他每天来了往那一坐，打开这哗搁桌上，认识不认识叫你看这个，那这身上啊，你看这个啊啊，老有这个，也不知道这生意谈成过没有，他是先拿这个给你勾渡过来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老头，有一刘大爷，刘大爷是由于什么病我忘了，反正导致的，哎，他有一后遗症，就是他这个肋腺呢什么的，这个神经啊都有问题，哎，他一到乐的时候他就哭，啊，这个眼泪哗哗的，啊，咱不懂啊，从医学方面咱不懂这叫什么啊，就是刘大爷啊，只要这包袱一响了。满堂哄堂大笑，他老头一排，满脸的泪水呀！啊，有的时候看他不怎么哭，我还说怎么了，不好笑是吧？啊，就每一桌都有这么一两位代表人物，嗯，就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挺好，跟他们聊天。所以说那个环境，我有时候做梦还能回到那个场合，跟这些人一块聊天。各式各样的人都有，挺好玩。哎，这一晃啊，20多年了也是啊，也不知道他们还好不好啊。但是我依然还在说书啊，现场就是唯一遗憾没有一个哭的，你们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接言武松，打虎英雄武松，十字街头遇见亲哥哥了，武大爷，哥俩回家。瞧见嫂子了，这嫂子是谁呀？潘金莲。这个就不用多介绍了，你要是新故事还要给人介绍是谁，像这种故事铺垫很广远，人人都知道。那么说潘金莲这么好那么好，怎么就嫁给武大了呢？那说起来就话长了。当年武大爷住在清河县，也没有别的手艺，
小买卖人呗，挑着挑卖炊饼。这个炊饼到现在呢有说法，有人说呀就是馒头，而且这个好多专家考证过，说那会儿炊饼就是馒头。当然也有人说就是烧饼，烧饼还分两种，有的说带芝麻，有的说不带芝麻，带芝麻算烧饼，不带芝麻算火烧。你说我也不是个吃货的专家，咱们就姑妄言之姑妄听之，反正是一种面食。五爷会这手艺卖炊饼，您想想那种家境，长成这个状态就这么袖珍，三寸丁古树皮，三寸丁就这么大，长得跟树皮似的，谁爱他呀？没人爱他，啊，所以自己老想，这辈子惨了，兄弟跑到外头去了，剩我一个人，得了，哪儿死哪儿埋得了，哎，来机会了，清河县有一个大财主，叫张大户，啊，家里趁钱啊，大户啊，有钱，第一趁钱，第二趁媳妇儿，啊。有一妻二妾，仨媳妇儿。媳妇儿的外号叫老虎，这俩妾呢，一叫狮子，一叫藏獒。你说这个老头这不啊，这是个修炼呢，啊，天天就在这个状态下活着。当然，这个玩意儿他不和呀，所以你说皇上那个日子他不好过，啊，可是呢，当然。皇上是很开心的，张大户这仨媳妇儿他也愿意，因为什么呢？人首先是动物，一个男的，一个女的，俩人一碰见，我喜欢你，你喜欢我啊，这是正常的现象。当然说之后什么花前月下啦，啊，两个人的多么的升华啦，一种展现的怎么样的情怀了，那是他俩之后别人替他们写的，针对他们俩来说没想这么些个。人首先是动物啊，可这动物到了一块儿，他打架。尤其他家里竟是猛兽，狮子老虎大藏獒，那玩意儿谁受了是吧？这个媳妇儿呢就老想，这个我得跟这个张大户我们俩得好好过，得般配啊，要不然那俩妖精就把他弄走了。怎么般配呢？因为这个我这脸不如那俩小子，所以我得跟他站在一块儿，像恩爱夫妻得了。他现在一脑袋花白头发，我把他那黑头发给他拔了吧，一脑袋白头发在一块儿，我们俩啊，他仙风道骨的，这不挺好吗？晚上张大户睡着了啊，媳妇儿也没别的事儿，哎，就户吧，就这黑头发啊，人家还有俩小妾呢，狮子跟藏獒，咱们得跟他般配，白头发看着就别扭。揪吧，仨月连眉毛都没了，这大秃脑袋跟冬瓜似的啊。后来这仨人都不爱看的啊，一根毛都没有。你看这玩意儿虎老雄心在，赛过老黄忠，你别看岁数大他要强。潘金莲是谁呀？潘金莲是他们家的丫鬟，父母双亡了，没办法，自卖自身到他们家当丫鬟。张大户瞧见这可好啊，狮子老虎藏獒可不如他，你看人家孩子长得又狗狗又丢丢啊，他可能是没少听我说书，然后怎么学会这句文言了呢？真好看啊，有事没事的呢老聊吃一把啊。你别看潘金莲是他们家的丫鬟，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从来没松过口。您别的，我是个丫鬟下人，干活伺候您，您别往别处想，我没这么大的福气担当不起。别走，聊会儿啊，一天到晚的聊是人家孩子。有一天呢，潘金莲跟那屋擦着桌子干活呢，张大户进来了啊，撩一声跪下了，哟，老爷您干嘛？你别动，啊，你让我享受这一刻，啊，那个，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，啊，那个你能不能跟我好？
不成不成不成，您家里狮子老虎大藏獒的啊，不成啊，你只要答应我以后我认你个干娘也行，咱们母子相称，你看是不是从伦理上就说得过去，那更说不过去了啊。这正说着呢，人大奶奶来了啊，大奶奶本来从这屋要走过去了，就觉得这屋里边阴亮啊，一根头发都没有啊啊，还以为屋里安了地灯呢，你回头哇，他跟这跪着呢，那还不翻脸啊啊，进来叮咣五四踹了好几脚啊。这回来一琢磨，这可不成，家里留着潘金莲就是惹祸的根苗，叫管家来去找个人去，管家说找谁，找一个不像人的人来，越丑越好，穷不穷的不重要啊，找一人来，我要把潘金莲嫁给他，那找呗，这一海选啊，那没有别人了，哎，武大爷中标啊，过来过来，什么事儿，娶媳妇了吗？我弄死你。哎，不会聊天的，废话，谁跟我呀，你看我们大奶奶找你，那你们大爷乐意吗？你是没个媳妇儿，你啊，我告诉你，清河县大财主张大户，他们家大奶奶找你，有事安排啊，来吧，是要买我的炊饼吗？你来吧来吧来吧，来了，嗯，进来吧，这儿一进来跪那儿了啊，见过大奶奶，大奶奶乐得都不行了，哎呀，太好玩了啊，嗯，行行行，好，太好了啊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我叫武大。哦，卖什么的？我卖炊饼的。哎呀，太好玩了，不是玩一回了吗？怎么又好玩了？看你就可爱啊，娶媳妇了没有啊？不是，您别这么闹哈，我卖炊饼为生不容易，拿我媳妇儿呢，今儿我给你一个啊，去把金莲叫来吧。一会儿功夫潘金莲叫来了啊，往这一站，大奶奶乐坏，你看啊，你看看啊，郎才女貌，天生的一对儿哦。武大，我把他给你，你要不要啊？武大死的心都有啊，你们这个有钱的人不能拿我们开玩笑啊，我怎么能配得上人家，房屋一间地屋一垄，就会卖炊饼，再一个人家长得天仙似的，我跟铁仙似的，他不能成两口子呀。嗯，大奶奶说没事啊，你不用考虑那些个，你只要同意你就把他领走。金莲儿，这是我给你找的丈夫，你自卖自身是我的人，我说了算，你愿意跟他吗？金莲回头看了看，哎，这就是我的命啊，你站起来。我已经垫着脚呢，金莲眼泪都下来了啊，可是回头再瞧瞧大奶奶，心说不走也得走，留在这儿是死路一条，好，我认头跟他啊，我死在外头不能死在你们家，呵，好，有志气啊，得了，走吧，早些年礼啊，白头到老啊，快快走走走，这么领回来了，俩人算结了婚了。好家伙，整个这县里边清河的大小流氓都轰动了，听说了吗？潘金莲那大美妞嫁给武大郎了，那真的，走，咱买炊饼去啊！不为了买炊饼，套个近乎。可是这样好，每天就是武大爷自己挑挑出来，潘金莲也不出来，啊，这个炊饼是销量上去了，但是天天一帮流氓围着，跟着这儿卖，这儿跟着，那儿摆摊，那儿跟着，回家他们还跟着，啊，站在门口喊潘金莲哎。出来看看吧，关上门两口子说这日子过不了了，这什么时候是一站呢？最后得了，咱们呢搬了吧，离开了清河，来在了阳谷县，啊，这才有今天，打虎游街，全家团聚，三口人往这儿一坐，武大爷满心的欢喜，怎么呢？一家人齐了，
啊，这是自己的媳妇儿，貌似天仙，好看，很满意。这儿是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，怎么看怎么爱，现如今是打虎的英雄，看着眼圈都红。兄弟，你可回来了啊，你知道哥哥想你想成什么样吗？啊，二爷爷擦擦眼泪，哥哥行了啊，现如今咱们合家团聚，从今往后我看谁敢冲着您哼一声。是是是是是，哎呀兄弟哟，我兄弟回来，你说我还怕谁呀？ 啊太好了啊，赶紧打酒炒菜，打酒炒菜，三口人团聚吃个团圆饭。潘金莲不住的拿眼打量武松，这个不算他不对，怎么呢，谁都愿意好，以潘金莲这个状态天天跟武大一块过日子很委屈啊，但是种种原因逼得自己没办法，只能如此。但是实话实讲，今天看见武松了，不由得内心感慨，心说一奶同胞，你说这俩人当年父母怎么设计的，老头老太太没有正事儿，要都研究成那样多好啊，这个准是偷工耍滑的，这是啊。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啊，就看着感慨自己，我要是能跟他，哎，说这也没用，炒菜吧，炒菜做饭买酒，这一桌哎呀很开心。吃完饭了，大爷说，兄弟这回行了，咱家呀好歹还个楼上楼下，我跟你嫂子住楼下啊，你看看怎么好啊，你愿意上楼也行啊，你愿意下楼也行啊，你要嫌这儿窄的话不成，把旁边那间哥给你租下来也行，反正我不能离开你啊，你说吧。二爷乐了，哥楼上啊更踏实一点，您跟嫂子住，楼下旮旯支个小床，我一个人怎么都成，好吗？听你的，兄弟，只要你在家，只要你不走了，哥哥都听你的啊。你这两天有什么打算吗？没别的，哥哥，明天天亮了我得去趟县衙门，再谢谢大老爷。哦，那是应该的，那是应该的啊，去吧，明儿啊早回来，回来咱们吃饭啊。一夜无书，次日天明，武二爷奔县衙门啊，史文奎今天没喝酒，很开心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打虎的英雄来了，不敢啊，小的参见大老爷，快起来快起来，快坐快坐啊。武松啊，打虎这个事情可了不得，你是一个大大的英雄，阳谷县赫赫扬名，我想问问你，现如今你做何营生啊，这你有没有工作啊，指什么吃啊，做何营生啊？回大老爷，赋闲在家啊，我现在住在兄嫂家，没事儿干。好好好好好好，是这样的，本县有意留你在此做一名都头，意下如何？什么叫都头啊？三班六房都归你管，整个县里边仅次于县太爷就是你都头啊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愿意不愿意？哎呦，两旁边伺候的这几个差，我的天哪，要当都头了啊，有几个直点头，那意思您答应赶紧的。武松一想，这个不错，怎么呢，这是个正经的工作呀，打了只老虎当了公务员了，而且哥哥嫂子在这儿，以后我哪儿也不去了，好好的跟我兄嫂过日子，我有个正经工作，这不挺好吗？站起身来撩衣就拜，多谢太爷。哦，好好好，快起来快起来，来来来来来，见过武都头。就是一句话的事嘛，这不就成了吗？三班六房都出来了，参见武都头，来了上司了啊，之前也打过交道，打虎的时候也都认识，大伙儿互相的客气客气挺好啊。那个这样吧，衙门里呢也给你腾出房来，愿意在这儿住啊也行，愿意回家呢也成啊，其他的事呢你料理料理，你就回来好好的当差吧。是，谢大老爷您恩典了。哎呀，你可别客气啊，
这说完了。回家之后跟哥哥嫂子一说，开心坏了，五连乐坏，这回行了，这回卖炊饼谁还惹我啊，我兄弟是都头啊，啊，打酒去，好，打他回来净喝酒了，打酒炒菜吧。打这儿开始，五二爷有了正经的工作，阳谷县三班六房的都头，有时候呢衙门里住，有时候不忙呢回家住，五二爷很开心啊，潘金莲也很开心，只要是武松回家来，潘金莲能多吃两碗饭啊，炒菜做饭打酒，兄弟回来了高兴，大爷也高兴，你看跟这嫂子啊疼兄弟高兴。二爷有两天忙没回来，潘金莲都不吃饭啊，不饿呀，心口难受啊，啊，天天这样，就这一晃天儿就凉了。这天呢傍晚时分，按现在说五点半，差不多不到六点，天降大雪，一会儿的功夫这雪都没了脚面了。武松打衙门回来了啊，堂风冒雪，来到家这儿，啪啪啪一砸门，门分左右，潘金莲站在门口，哟，叔叔回来了，您快进来进来，嫂子我哥哥呢还没回来呢啊，我找他去，别去别去别去了啊，也该回来了啊，海今儿我就说下雪别让去了，他说不成，怕那个老主屋啊吃他东西没有啊，一会儿你快进来快进来快进来，把帽子摘下来，打磨打磨雪，把身上的外衣斗篷解下来，潘金莲接过来抖干净挂在边上，往这一坐，脚底穿的是油靴，当年没有胶鞋，油靴也是防水的那种处理，里外几层，最后刷上桐油，脚底下呢钉了有钉子，就像钉靴一样，当年这就是胶鞋了，冬天穿的，把这脱下来，金莲把布鞋拿过来换上，二爷很感动，嫂子真疼人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啊，谢嫂子，没事没，这应该的，这怕什么呢，来来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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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上这儿来这儿来，当下点了一个火盆，那会儿哪有什么暖气呀、啊、到现在你看江南地区人有的地儿还点一火盆，全家人围着火盆坐着，烤着脚暖暖和和的啊，坐在火盆这儿啊，拿着火筷子翻腾翻腾这炭，火势又旺了一些，把火筷子放下，叔叔今天衙门里不忙啊，嫂子啊今天没什么事儿啊，哈哈，我哥哥怎么还没回来，快了快了快了、啊、哈哈，那个我就猜你今儿得回来了啊，炒了几个菜，烫了两壶酒啊，咱们先喝着等着他吧，还是等我哥回来一块儿吧，死心眼儿，你们哥俩都这样实诚啊，你哥哥比你还实诚啊，是哥哥是老实人，天多凉啊，从早上起来天就阴，刮大风下雪，到这会儿雪更厉害了啊，你喝杯酒先暖和暖和吧，我都烫好了啊，啊好，那你也好，谢谢嫂子，真是客气半天了，再不答应不合适了啊，好，来你坐这儿来坐这儿来，火盆边上吃饭的桌子有几个菜啊，酒也烫得了，潘金莲呢倒了一杯酒啊，兄弟来喝了它，好，谢嫂子，大英雄接过杯来一饮而尽，谢嫂子啊，就这么一对眼光，潘金莲今天还特意的捯饬了捯饬啊，擦了擦粉，掸了点胭脂，描了描眉，勾了勾眼线，抹了点口红啊，挺好看啊，尤其这会儿外边天也黑了，这点着灯呢，借着灯光一瞧很好，
灯下看美人，越看越精神。但是武松不能这样啊，那这说相声才那样的啊。谢嫂子放下了，潘金莲呢自个儿也倒了一杯。这有什么客气的，自个儿家是不是啊，把这杯酒也喝了。看看武松放下杯，抄起壶来给武松又满上，给自个儿也满上。兄弟，嫂嫂，这一晃半年多了吧。哎，是打虎之后到现在将近半年了。我可听说了啊，你学坏了。嫂嫂何出此言，我听人说你在东街养了俩唱曲的。哎，没有，西街养俩说相声呢。木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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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嫂嫂休要听那些闲言碎语。是啊，我兄弟是英雄，他可不干这事儿，是吧？来，端那杯。嫂嫂请。咱们喝个成双杯。我二爷心里咯噔一下子，话里有话呀。小叔子跟嫂子喝一成双杯，啊，不能多想，啊，多谢嫂嫂。哎，把杯放下了。潘金莲乐了，站起来，打桌子这儿绕到火盆那儿，拿那火筷子捅那炭。哎，就得跟这炭火盆似的，老这么热呀才好呢。二爷坐在这儿就觉得自己坐在火盆上一样，坐不住，可是不能说话。潘金莲放那筷子打后边转过来，伸手指头捏了一下武松的肩膀，凉吗？武二爷咯噔一下子，列位，掐了一下肩膀不要紧，留下后患，一直到后来武松单臂擒方腊都跟这条胳膊有关。你说要是老跟这儿鞠躬30分钟也省事儿哈。啊，挨个冲大伙打招呼点头的，这个节目就越来越好干了啊。我拍你们也拍是吧。天为罗帐地为毯，日月星辰伴我眠，什么人撒下名利掌，富贵贫困不一般，也有骑马与坐轿，也有推车把袋担，骑马坐轿修来的福，推车担袋命该然，骏马驮着痴呆汉，每妇人常伴着浮眠，80老翁门前站，3岁顽童染黄泉，不是老天不睁眼，善恶到头这报应循环。来一个我以后一定啊，在这棚里边啊，顶子上装点那个喷水的那个玩意儿，谁起哄我就一摁啊，那得多开心多快乐的事情啊。天儿也是准不准不是我的目的，其实喷谁一身对我来说都是一样开心。天儿暖和了，我记得之前录的时候这棚里很凉啊，观众们穿着大棉袄坐在那儿啊，乐的时候那声音都听着挺憨厚的啊，都那样乐。这
这回行了，天暖和了，你们又出现银铃般的笑声啊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接演好汉武松。说书不能老给人说闲班儿，但是每当有这种呼声的时候，就是要听闲班儿的。闲班儿也得跟节目有关系啊，没关系愣说谁受得了啊？上来跟大伙儿聊了夜宵的事儿，像话吗？夜宵啊，是这么回事儿。不是，我已经很久不吃夜宵了，但我们这行你说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尤其演出的时候，你比如说相声商演，演完了之后，一般来说现在11点、11点半、11点20，怎么着也得过了11点啊才能结束。你不能演完你就走啊，后台唠唠号，聊会儿天，把衣服换换，这出来，再到了家，怎么不得个12点多1点？还得看你住的远不远。你在北京，我们一般在北展演啊，反正我到家怎么也得将近1个小时啊。万一你要住远，你住拉萨是吧？那你就在拉萨演就完了呗，跑北京干嘛呢啊？到家你好歹也得吃点东西。其实过去来说，人家有那专家也好，大夫也说过，别吃夜宵啊，这叫压心食。吃完睡觉啊，可不压在这儿呗，难受。但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呢？过去人家京剧的大家们，不管是梅兰芳、马连良啊，这些大角们没有不吃夜宵的，夜宵是正餐啊。因为一起床就是中午11、12点起床，起来之后家里边吃饭，吃完之后稍微眯瞪一小会儿，3、4点起来啊，有的在家吃，有的在外边吃，这顿就是吃点点心，弄几个小菜，喝点粥。有的是在外头，比如有的角儿专门的，像北京城什么烤肉的地儿去了，捅开炉子4点，饭店没开门，但是大老板来了，唱戏的老板单给他抱几两羊肉，来一个烧饼，弄碗汤，类似这个，就为垫吧垫吧。那要不有的就去了，来半只鸭子，烤鸭子，吃鸡卷饼，这就算晚餐了。吃完之后下后台，5、6点钟下后台，忙活忙活，7点多开演，演完了11点多，这到家之后大排宴宴，啊，不错的朋友，后台唱戏的哥们儿，啊，走吧，吃饭去吧，回家吃，饭店都关了，这个大角家里边大厨房，5、6个厨子、7、8个厨子就等着呢，凉菜热菜，啊，各种点心一道一道的，大排宴宴，连喝酒，这些大角们，打夜里边1点多开始。吃到3、4点钟，还有的呢是连吃带聊，一直得到最后5、6点钟，家里边炸油条、炸麻花，得把早点吃了，这才睡觉了。所以说这生活习性问题，你这也不好说啊。但是您要说早晨7点准时上班，你别照我这来，啊，非耽误了不可啊。你看，说说书怎么就串到吃夜宵这儿来了啊？都是你们把我带坏了的。接演武松，武松啊回来早了，哥哥没回来，他先回来了，嫂子春心荡漾。其实这些年要是他不出现的话呀，潘金莲也就认头了，跟武大郎俩人就过一辈子得了。但是没想到突然间生活中撞进一个打虎英雄来。你要说街坊四邻呢，过去就过去了，这天天在一个屋过日子，这就难了，就怕这个。那为什么说有的单位一个科室的这俩人天长日久的容易产生感情？拍戏也是这样，哗到哪儿去一待待5个月，他演男的，他演女的啊，他演他老公，他演他媳妇，天天戏里边俩人就这样啊，戏外边住着他那屋他这屋，你这玩意儿一晃离了家半年了，啊，慢慢就有感情，很正常。他在一个屋里边，啊，潘金莲就是一念之差，就是爱我这兄弟。第一，英雄，打虎英雄；第二，一表人才，没有不好的地方。而且关键就怕对比，看完这个，没看这个。
你要老吃棒子面窝头啊，也就吃了。突然间来一蛋糕，你这窝头就瞧不下去，哪怕窝头上也来樱桃，它不一样。它终归它不是蛋糕啊，是吧？所以这心里这个感情很纠结。哎，赶巧了，今天是个好机会，武大没回来。这其实啊，好多人都说潘金莲这是蓄谋已久，我不这么认为，这顶多算是灵机一动。你万一武大先回来呢，对不对？万一哥俩牵过脚回来呢，后边的故事也不存在。只是说特殊的环境下，武大还没回来，这儿喝着酒，孤男寡女坐在火盆边，就这个状态很容易把人潜意识里一些东西勾引出来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喝酒，喝完酒拿着火筷子捅那火盆，叔叔，人总得像火盆一样，像那炭一样，总得热才好。这话里都是有话呀，这个就是给你听的。怎么呢？人呐是有感情的，人心得热乎。你说这个，那当然就是有目的。说别的，叔叔啊，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肉，那就对吧？到了女说相声的家里边了，啊，说着话这转过来，拿手掐了一下武松的膀子，凉不凉啊？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管丈母娘叫嫂子，没话搭个话，实在没得可说了啊。其实这都是有目的，凉不凉啊？这要是你我们后台哈，孙越看岳云鹏了，凉不凉啊？这什么事都不会发生。你看这个状态下就不一样，凉不凉啊？五二爷浑身一激灵，自古道男女授受不亲，那不是现在了。现在这个这就不叫事儿了啊！当年那还了得。二爷一激灵跟电着了似的，啊，心说坏了，恨不得哥哥一步就查进来。武大爷很懂事，到现在还没有出现，他不出现家里要出人命啊。啊，潘金莲到这会儿心噔噔的跳，而且酒一下肚，两腮悄然上了红晕，眉梢眼角说不尽万种风情。哎呀，这个表情那个状态啊，拦不住了已经。那端起杯来，他自己认为一切已经是水到渠成，因为五二爷低头这状态这样含羞带愧。哎，叔叔，你若有意便吃了我这半杯残酒。往前递，往嘴边递，为什么呢？我喝半杯，你喝半杯，就是咱俩定情之物啊。这法儿可好，列位，这个办法不妨一试。青年男女啊，你可以跟女朋友或者是姑娘跟男朋友也可以试一试，你若有意不妨吃了我这半碗卤煮。这一看就是北京丫头干的事儿，卤煮火了都猪肠钻那个，你来我这半碗卤煮，俩人能打起来太骚气了。往嘴边一递，二爷没抬头，看，往外一躺，这手递在跟前打腕子上，这杯就出去了。他家这后窗户这儿啊，支着。为什么呢？屋里有火盆呢，啊，支着呢，走这烟，顺着窗户，这杯就出去，斜着出去。你想这劲头是这样，顺窗户，噌，出去了，出去往下掉，外边整过一人，啊，就这趟街上有这么一主，挺横，打遍街骂遍巷。专业的打父母啊，要多混蛋有多混蛋，
无论走到哪儿都撇大嘴啊，高羊脸儿。正打着过，酒杯下来，啪！哎呀，打着起到死一直这样，再也不敢扬头了。外边不重要，屋里边潘金莲很尴尬，满心欢喜啊啊，心说怎么这么大脾气啊，我这递半杯酒你就这样，这端碗炸酱面不得呼我脸上啊。吴二爷站起来了，这个眉毛立起来了，撒手啊，我二年轻，但我小伦理，懂得手足之情，哥哥如此，嫂嫂需要自重，倘若有风吹草动，俺吴二认得嫂嫂，这双拳不留情，转身就走。没法再说别的了，多说无益，来到这儿一拉着门，武大爷正回来，武大郎刚要拍门，啪，门开了，兄弟出来了，看了一眼哥哥，要说话说不说什么呀，呸，一跺脚扬长而去，去哪儿？县衙门，回那儿住去。哎，那哪儿去？没搭茬，进来了，把条放下，拿木桶，就听潘金莲跟那儿活不了了，缺了德的，挨千刀的呀。家里头你怎么了？别问我，问你兄弟去。我问他什么呀？他走了呀。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姑奶奶到哪儿都说出这话去啊。我这个人呢，我拿着太阳字我也能说，我对得起你们哥俩。不是，你怎么了？我看你今儿没回来，我这天冷啊，老二回来了，我说弄点酒着呢，先喝着，没想到喝点酒他起了歹心了啊，他就瞧着我好，他掐我脸蛋啊，他就爱上我了，要不是我告诉你，你早完了。厉害呀，这要在大清朝吴二爷就得逮起来。怎么呢？大清律上有这么句话，奸出妇人口。这女的啊，上衙门告状，张三调戏我啊，如何如何，只要这个女人敢说，官府就认为是真的啊，这廉耻为重啊，一个妇道人家到公堂上抛头露面，她敢这么说一定是真的，所以大清律上有这么句话，奸出妇人口，只要女的敢说，男的就一定是有罪，所以哪说理去。潘金莲堂堂堂堂一说，武大爷直摆手，哎，不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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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我兄弟不是那个人啊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俩字儿就是我出去演出，就有台北的朋友好说这句话，不会不会不会啊。武大爷呢发自肺腑的不相信，我兄弟不是那人，你呀、啊又胡说呢，知道吗？你别给编这个瞎话，我们哥们那个啊，不可能的事儿，不信。潘金莲气的，呸，爱信不信，死不死你啊，反正把话搁在这儿了啊，日后有点什么事儿那是你活该。转身进屋，武大爷老实惯了，能说什么呢？唉声叹气。这一晃啊，好几天武松没回来，就跟衙门那儿住着宿舍。这天知县大人史文奎把他叫来了，武松啊，有一封紧急公文，还有点上司衙门的事情得你跑一趟，带着俩弟兄。是，老爷您吩咐吧。嗯，到东京汴梁啊，有点事儿，我都给你写好了，公文也都在这儿了，你安排一下，带俩弟兄赶紧走，估计得俩仨月，啊，也有可能年后才回来，啊，这点事儿挺麻烦，
等上司衙门签署了公文，你才能回来。你辛苦吧啊，可能这个年得在外头过了。啊、哦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。这个官差不自由，老爷您放心吧。行，你安排去吧。哎，领了公文下来，安排俩差人，你们谁跟我走？回家料理一事儿啊，我也回家说一声去。嘿，收拾完了，五二爷回家，要辞别兄嫂。一回来，大爷开心了，你可回来了，好几天没回来啊！你这怎么了？这是啊？我也没好意思问。没事，哥哥，我回来跟您说点事儿。走、哦，兄弟，你说吧。武松在这儿，五爷在这儿，潘金莲坐在那儿，拿着一个花撑子，跟这绣花儿，他不带回头的，啊，绣花儿。兄弟，你说，哥呀，县太爷吩咐下来，我得出趟门。哦，哪儿啊？东京汴梁，有公文，还有几件公事儿。我这个身在宫门内，也是官差不自由，我得去一趟。哦哦哦，你自个儿去啊？没有，还有俩弟兄跟我一块儿。哦。那个什么时候回来呢？这不好说，因为得等着上司的批文到了，我才能拿回来。大概呢，俩仨月。啊，俩仨月呢？啊，可能年得在外头过。我这还说呢，你说好容易回来了，过过团圆年，这能早回来吗？我尽量，我尽量，哥哥啊。哎，早回来。哎，嫂子，嗯，嘛呀？嫂嫂，我要出趟门。嗯，去吧，家中之事烦劳您多操心，哥哥这儿您多关照。我们家的事儿我自个儿心里有数，你刚回来几天呢？走呗。嗯，我走了啊，我走了，现在就走啊。啊，公务紧急，连夜登城啊，我今天就走。哦，我给你带点什么吃的啊？是什么路都不用，哥呀，我走这些日子，您得对自己好。每天比如说卖十笼炊饼，您改成五笼，晚点出去，早点回来。谁要是说您什么了，别置气。有人欺负你，别搭茬儿。等兄弟我回来，没人欺负我啊！你吃了饭再走吧。我不吃了啊，哥，我走了。嫂子，嗯，五二是个粗人，但我懂得一句话，嫂子您记住，李老犬不入，篱老犬不入，家里那篱笆墙要是结实，狗进不来。篱老犬不入，五二，拜托嫂嫂。哼，兄嫂，干我操！
站起来往外走，潘金莲坐那没动。大爷站起来了，这就走了呀？啊，哥你回去吧，外边凉啊，我走了，保重。我有什么，我在家我没事啊，在外边吃东西看着点啊，吃干净东西，别闹肚子，喝水也喝干净水啊，别可别跟人打架呀啊，你现在是都头，你不是小时候了啊。我走了哥啊，推开大门，吴二爷出来了，别出来了哥，我送送你，哎，回去吧，哎，走吧，去吧，没事儿，甭惦记了，我没事儿啊。嗯，吴二爷往前走，走了三五步，大爷后边带着哭腔，你得回来呀。我得回来呀，不是，我怕你回来就看不见我了。大英雄转身回来，一撩衣服，哭通就跪下了。哥呀，可别瞎说啊！我去去就回，你等我啊！哎，哥等你，你去吧，去吧，不用管我，没事啊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吴二爷站起来，不敢回头，咬着牙。大步流星往前就走，转过墙角，这胡木之中滔滔泪下，不敢回头，直奔东京汴梁扬长而去。大爷看没影了，站在墙角这眼泪哗哗的，哭了半天，站了半天，这个脸上拿风嗖的生疼，舍不得回去，就看着兄弟走的方向很长时间了，这才回屋，坐在那儿一直犯呆。潘金莲根本也不理他。打今儿起，五爷没有别的事儿了，就盼着兄弟回来。这天起来之后，武大郎出门做生意，挑着挑着走了。潘金莲在二楼，还绣他这花儿。绣一对鸳鸯，今儿绣完了，打这花撑子上摘下来一看，像烤鸭呀。心思不整的，心思没在这上头，什么玩意儿，撕又撕不动，一赌气扔下了。哎，屋里闷得慌，把竹竿抄起来了。二楼啊有窗户啊，窗户打开，外边是个帘子，防备这个西晒，得把这帘子挑起来，杆支上，这屋里坐着才舒服嘛，啊，嗯，拿过来挑这帘子，这一挑，这竹竿上有一刺儿，扎手上，哎呦破，这一疼，这杆掉下去了。说书什么值钱，就是小节骨眼值钱，哪儿差一点儿都接不上，怎么掉的必有原因啊！啪，手疼，杆子掉了，这把刺儿一揪，赶紧看这儿，为什么呢？竹竿下去，听底下有人喊哎呦，赶紧趴这儿往下观瞧，楼下站着一个人，三十四五岁的年纪，中等身材，小白脸儿，单眉细眼，虎鼻梁稍微有点鹰钩，薄片子嘴，太阳穴有点塌，头戴宝蓝缎纹身公子巾，身穿纹身公子裳，腰里边系着一根丝绦，脚底下穿着粉底儿的缎鞋。谁呀？阳谷县知名人士，色中恶鬼花里的魔王西门庆，西门大官人在阳谷县那是个人物啊，家里边做药材生意，提
挺有钱，善于跟女同志打交道啊，专有一个节目叫《金瓶梅》，是夸奖他的。那个是不能说呀，嗯，啊，今天从这儿过，竹竿下来，啪，哎，走到哪儿都尊重，为什么呢？有钱呢，西门大官人呢，是不是？哎，这谁呀？啊，一抬头，哟呵。出现一小娘子，哎呀，潘金莲这会儿呢有点害臊，砸着人了，害臊，哎呦，就这一害臊，脸蛋儿啊白里泛红，那个眼神里边啊有点对不起人家啊，就这个表情，西门庆一瞧，嗯，我好爱呀。男男男道德悬，不对知音不可谈，对了知音谈几句，不对知音枉费舌尖。舌尖喊完了吧？没有，该我了哈。嗯，多开心呢，是吧？啊，爱跟你们一块聊天，可惜工作忙，要没事的话咱们出去聊天吃饭去，多高兴。好吧，啊，嗯，你们就当真的吧。哎呀，也没人请我吃个饭什么的啊。嘿，真好玩啊！我跟你说，过去讲话，一个做小买卖的，一个说相声的，就这个孩子要是干上这行，别的他干不了了。为什么呢？自由。而且过去我问过老先生，我说当年。你小时候学徒啊，在街上说相声挣钱吗？挣钱啊。啊，我说相当于挣多少呢？他是这么说吧，嗯，你看那个大小伙子蹬三轮车的或者是拉牌子车的，那个撞劳力挣一天的钱，他那个钱能养活一家六七口啊。我们站着说相声这一会儿钱，就是小孩们学员分的钱，相当于那蹬三轮车的那主六到七倍啊。所以说一说相声一干惯了，他不愿意干别的，他又好玩又轻松又不这么累。当然了，这得下功夫。为什么呢？这么简单的工作人人都能干也不像话，也不成世界。好汉子不爱干，赖汉子还干不了，因为每个人对幽默的理解和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。同样的话，张三说了您觉得可乐，李四说您觉得就差着，他更多的强调的是艺人的独特性，张扬个性。尤其我们这行不像唱戏，唱戏你先模仿呗，我学周信芳，那我要能学得跟他一模一样我就成功了啊，连缺点都得一样我们就对了。我们这行不行，跟谁也不能一样，就得跟自己一样。为什么说相声没有什么流派张派李派？没有，可以生侯氏相声、马氏相声、常氏相声，啊，就人这一家子人多干这个，哎，就如同老张家豆腐房，啊，老李家夜宵店，这个行，但是不能成为流派。流派就是固定，必须这样。问题是别人跟你一样的话，那就他也没饭了。张扬个性，啊，一晃干这行快半辈子了，我估计我也改不了行了啊。也背不住哪天哪非洲哪国家请我去当个皇上什么的啊，盼着吧啊，盼着吧，到那儿啊找点这个外国娘娘，嗯，我先培养他们喊这个咦，嗯，换有娘娘在这儿今天。这个这两天咱们一直在说武松，这个书其实并不是很好说，关键是大家熟悉，在熟悉的过程当中还得让人爱听。其实
说书说到最后讲的是人情，不像电影电视剧要什么有什么，服装道具啊，连天气都得那样，我们这什么都没有。有没有这个桌子其实不重要，穿不穿大褂也没事儿，只要带着嘴来就能干这行。但是这个玩意儿是假的，这个能耐可得是真的，你得让人觉着这是对的，得入了他的窍。该哭的时候观众得跟你哭，该乐的时候大伙儿得跟你乐，这多难。好在现在在棚里边听书的各位还不用花钱买票了，那个书馆过去还得买票，你还让人觉得对得起这几块钱呢，所以说不容易啊。挺好，这个咱别聊闲天了，就跟上一期似的哈，说夜宵说半天，你说这期难道说咱们还聊早点吗？行。哎呀，早点是个好东西啊。我打搬到北京，我16岁进北京，我打到了北京我几乎不怎么吃早点啊。你后来聊过天儿，为什么呢？其实北京好吃的也不少啊。要提北京的美食其实分两块，一块是宫廷的北京，一块是平民的北京。北京本身不成菜系，往根儿上倒是鲁菜啊，是从那儿来的。但是平民的小吃很多，早点也得有百十来样，但是这个东西它一定得是这个北京人自己干它才行啊。为什么天津小吃早点好吃？天津人自己弄的，他自己吃的不叫玩意儿他不敢卖啊。那北京你说它独特的地理位置，人家有了那个有3套房租出去了就够花了，谁还起早贪黑给你炸油条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很多小吃最后没落是有它的原因的啊。没有办法，我回天津我早晨多起不来，我就爬起来吃早点去，油条豆腐脑啊，什么卷圈这类东西，天津那叫大饼卷一切吗？啊，我曾经不提过这个吗？啊，上联是大饼卷一切，下联是万物皆可天妇罗。讲道理啊。行了，老说吃也不像话啊，咱们得干点正事儿，因为这个武大郎他们家的故事还没有正式开始呢。上文书咱们讲到潘金莲一挑竹帘掉起杆儿去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啊。他如果说他是个铁竹竿呢，这事儿也就没有了。打着竹帘有一36000斤的铁杆儿，哟，那就是《西游记》了，定海神针了啊！下去给西门庆砸死也就没事了。恰恰它是根竹竿啊，啪，砸在西门大官人的头上。当时就急了，嗨，一抬头，咦，你要是一抬头看见武大爷，他能把房给他拆了。一瞧捂了奶奶，哎，嘿嘿嘿嘿，好开心，好看呢，漂亮啊！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比花花谢玉，比玉玉生香。哎呀，看呆了。潘金莲呢，赶紧从上面下来，得跟人道歉。下来开开门，俩人对面而站。哟，这位大官人，实在是对不起您啊，刚才一失手。那竹竿下来砸着您了，要紧不要紧的呢？西门庆乐得跟要咬人似的。没事儿，砸得轻，嗯，哈哈，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没事啊。哎哎，这是您那竹竿，哟，谢谢您啊。转身回去，临走又瞧了西门庆一眼，他进屋了，就这一眼，西门庆站那不会动了。就这眼神里边带钩啊，西门庆那心脏上啊有一铁环，这钩就勾着那环上了，临进门蹬了3下，西门庆好像跟着走，站那愣了。哎呀，小店有人参呐，我老从这儿走啊，怎么还有这么一个绝色的佳人呢？
谁呀、啊、这是阳谷县的美女，我已经排查一遍了，这家没有报备。这是谁呀、啊、太美了。哎呀，身背后斜对门有一茶馆，茶馆门口站一老太太，60上下，穿着一身衣裳，裤褂黑地儿绣着紫花，头发梳了四鬓刀裁，抹了好多的头油，后边挽了一个卷儿，别着一根簪子，啊，大襟这儿呢掖着一块手绢，老太太啊，脸上淡淡的抹了点粉，上嘴唇这儿有小痦子，您就知道老太太长什么样了啊，站这看着。谁呀？开茶馆的，姓王。家里边没别人了，老伴儿去世了，都管他叫王妈妈。一般人说就王婆，就是他，站在这儿。啊，这老太太，打年轻到现在嫁了7-8家了，哪个爷们儿她都爱，啊，都让她给爱死了。最后就剩她了，一个人开着迷茶馆。认识西门庆，刚才这一幕王妈妈全看在眼里边了，那个老太太眼里不揉沙子，拔一根眼睫毛能当哨吹，空心的，就这么灵，看后背影看那状态就知道西门庆爱上她了。可是老太太心说，这事儿要没我你就成不了，站这看着，啊，西门庆恋恋不舍呀，太美了。哎呀，想不到此时界还有此美貌的佳人，嘿，嗯，怎么呢？这站一老太太正参观他呢，你回头，啊，王妈妈，嘿嘿嘿，西门大官人。哦，王干娘好，您这是啊，这见个朋友去。哦，坐会儿啊。啊，啊行啊行，哎，来喝杯热茶。进来了，找一座，老太太利索，挂过梨桃，啊，干果摆上了，沏了杯茶，坐对过，您挺好的呀。托您的福还不错，哈哈哈。哦，买卖也不错，是是，还行还行，哈哈哈。哦，哈哈哈。嗯，哎，王妈妈，那家儿谁家？啊，不是，来。那家儿谁家？哈哈哈哈。哦，您问斜对门这家啊？啊，我刚才可瞧见了啊，哼，那家大娘子拿竹竿砸着您啊。这谁呀？哼，别人的媳妇儿呗。谁的媳妇儿？谁的媳妇儿？您喝水，我还喝水。哎，谁的媳妇儿？您这趟街，您还有您不认识？不认识啊？啊，谁的？卖羊杂碎刘老大的媳妇儿。刘老大那媳妇儿是个傻子呀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卖切糕王三的媳妇儿。王三的媳妇儿不是让刘老大给呛过去了吗？哦，王胖子的媳妇儿。王胖子媳妇儿不是王三他妈吗？哦，对对，哎呀，我这个脑子乱了呀。哎呀，干娘啊，
这是何人的媳妇儿啊？武大的媳妇儿。哎呦，半悬空来一大嘴巴，那就是啊。西门庆眼泪都下来了，浪费了。哎，卖炊饼那个，三寸钉古树皮啊，他媳妇儿这哎呀啦，顿足捶胸，把王婆乐坏了。大官人啊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哎，您要这么一来啊，我可瞧个八九不离十了。啊，怎么个八九不离十啊？来，您喝水。不啊，怎么？大官人，您是不是看上这小媳妇儿了？那是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这个这我是挺爱她的啊。这个王干娘即将安出，说了句文言词儿，即将安出，就是这个办法怎么有啊？您给我出个什么样的计策？怎么办？啊？老太太乐了，其实就算是个好媳妇儿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每天呢，武大出去卖炊饼去，他就跟家待着，也不出来串门子什么的。你别看我们对门很少来，难道就罢了不成吗？您瞧，您怎么急性子呢？不是我这个干娘，您给我出个主意吧。这得看大官人您的造化了啊！我得给你想想办法。好！哎呀，呵，太好了，我等您的好办法。行，嗨，我这一天到晚的穷事儿也多啊，待会儿还上我干儿子那儿去一趟啊，这不吗？这家里边的连米在面都没有了，我上那儿去一趟，回来呀，我安顿好了，我帮你出主意。干娘，您怎么了？掏出一块银子，给您的。哎呀，这可使不得，这使得。哦，行，那哟，那我们就愧领了啊。你们管了，我给您想一主意。好，那您想着啊，想着我这事儿往心里去当真事儿啊。我回来，我再来啊，我再来，我听您好消息。好。西门庆今天来是要干嘛呢？是要去看一个朋友病了，商量好了去看人家。打这儿出来，这主住哪儿呢？这病人呢，出了子时街口，往那边一拐，路东那家就是。这儿出来，急急可可往这边走，到这儿了，到门口了。这家也挺有钱，哟，西门大官人，门口站着管家呢。您来了啊，我来了。这个你们家大爷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好，行，我不进去了啊，替我问候啊。啊，看病人，我不进去了啊。转身又回来了，又到这茶馆。王妈妈，哟，大官人来了啊，好久不见您，想念您了。你不刚走的吗？啊，你想啊，老太太桌子上的东西还没收拾干净了，她又回来了啊！哎呀，坐在这儿，多日不见，您印象可好啊？老太太乐坏了，哈哈，是，还挺好的，托过大官人您的鸿福啊！哎，我那事儿想的怎么样了？怎么有主意了没有啊？行，倒是有主意，您说。要上他们家去不合适，是上我家去。您这不玩笑了吗？人家怎么能上您那儿去呢？
啊，是也不能。那你说怎么办呢？上我这儿来。啊，行行，上哪儿都行啊。怎么才能来呢？咱们这样，我得给他框出来。我就说我呀，上岁数了，得给自己呀安顿后事，做点儿寿衣装过。一个人忙活不过来，买完料子了，哎，就听说了这个，金莲呐有手艺，请你来帮我做寿衣，他就能上我这儿来。他只要一进门，我就把他扑倒。不行，这个就太愣。哦，那您说，他来，这个活儿两三天可完不了。干娘，两三天我可等不了。咱们这样，头一天来，你别露面儿，啊。他来了，帮我裁呀、剪呐，都弄完了。第二天他还得来，要是头天你到，他得起疑心。第二天来，你也到这儿来，你就说我是你干娘，那就是就是啊。好，我得介绍啊，这是我干儿子，西门大官人，啊，聊天呗，说话呗，是不是啊？到了。天差不多了呢，我留你们吃饭，只要他不走，这事儿就能成一半啊。吃饭咱们上楼，上我家二楼吃去。赶等差不多了呢，我说酒没了啊，酒没有了怎么办呢？我得打酒去，把门关上，这屋里就剩你们俩人了，然后不用交，不用交，不用交，那个我就会了啊。这太好了，干娘，哎呀，好主意啊！您说您为我还特意想这么一个好主意，那可不是为你想的，这是一个传统的办法。老太太，我这辈子没少干这个事儿，哈哈，是是是，哈哈哈哈，好好，照计而行。哎呀，我还得去买点料子，买针线，还不能买太差的料子。干娘，您真是，哎呀。您的，哎呦，那哪儿花得了去啊？哎，喂，这个都不叫事儿啊，都不叫事儿。嗯，晚一点我打发西门兴给您再送点来。西门兴啊，是西门庆的书童，要着重介绍一下。西门兴呢，在这个书里边，在我们这个故事里边也算是一个小书胆，长得挺寒碜，脸跟烧饼似的。啊，短眉毛，短眼儿，大呲牙，这俩门牙在外边翻着。到后文书上公堂的时候，这西门兴啊，都是喜剧素材啊。好，我打发西门兴给您送来啊，看看连酒钱饭钱什么的有不够您就说行。您送来这棚事儿，我给您办得漂漂亮亮的，大官人，我呢交您个朋友。我可是一文钱都不挣您的。嗯，我明白了，您甭管了。我本来想让西门兴啊给您送100两银子，咱们这样让他送200两，好不好？那100两干娘您自己留着零花。对西门庆来说，花点钱不叫事儿啊。王婆这个老太太您也看出来了，有手段，会说话。你不能一上来愣说，他一定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。当时说完了，西门庆回家赶等天黑，告诉西门兴送钱去，什么都别说。哎，啊，西门兴抱着200两银子来了，到这儿了，一叫门，王婆出来，什么事儿啊？哎，那我们大爷给您的啊，那行了，留下吧。那么说这个事儿能花多少钱？列位啊，连吃饭再买布料都搁了一块儿，5两银子就够啊。但是对西门庆来说，花钱能办成的事儿那就值。转过天来，老王婆出去了，买料子呗，古铜色的呀，银灰色的呀，
老太太适合穿的呗，应用之物都买回来，搁在家里搁好了，自己收拾得干净利落，把头发也弄弄，换换干净衣裳。上午就来了，啪啪啪一打门，金莲把门开开，哟，王妈妈，哎，哈哈哈哈，我的婶子啊，在家呢，啊，在家呢，那个大爷呢，出去卖炊饼去了，您快进来，哎哎哎哎，进来了，往这一坐，给沏了杯茶，别弄水，别弄水，这待不住啊，我求您来了，哟，您说这街里街坊的，您跟我还客气，有什么事儿您就说吧，哎，我这岁数越来越大了啊。一天啊不如一天，这不嘛，我得早预备下。哦，您说的是寿衣，哈哈，这不有个干儿子吗，给我买了点料子，我一瞧挺好啊，料子不错，我这个手又笨啊，我别给弄糟践了，我早知道你能力大啊，嘿嘿，这个炒菜做饭也行，缝衣裳都成啊，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是不是啊？借您这把剪子了。哟，干娘您这儿瞧得起我啊？没事儿，上我那儿帮个忙，啊，得耽误你两三天啊。给我做这寿衣，成吗？成，我待着也没事儿，天天大郎一走，我家里也没事儿干，而且这个也闷得慌啊。您要不嫌我这个手艺潮怎么都，您这客气了，看看客气，明儿啊，明儿咱们说好了上家去，哎哎哎哎，当天把这窝算打去了，到转过天来，现在说上午九点来钟，潘金莲大家出来了，把门锁好，就斜对过，王妈妈，哎哎嘿呦，真来了哈，言而有信，我可给您添麻烦，您别客气别客气，快进来快进来，进来了，嗯啊，一楼这儿都摆好了各种料子，您看看成吧，哦哦哦哦，呵，还不错呢，这个不便宜啊，那是啊，我那个干儿啊可舍得给花钱呢啊，您瞧瞧吧，哎，我给您量量尺寸吧，量量尺寸，打开了，剪裁，手艺不错啊，反正说大半天的功夫吧，哎，基本上裁出来了，但是要想成衣再做上还得个两三天，这一天忙活差不多了，老王婆千恩万谢，挺好了啊，这儿吃吧，不不了不了，大郎该回来了啊，我回去了，傍晚了回去了，转天又来了，转天还是那点儿，上午来了啊，老王婆准备好了瓜果梨桃点心沏的茶水，哎呦，您干嘛这么麻烦，我就得谢谢你啊，赶紧吧，这裁着缝着做着衣服聊天啊，聊着聊着又打门口这儿来一人，谁呀，西门庆，早就来了，早晨四点就来了，这一宿就睡不着觉，早晨四点啊来了，就好家伙还关着门呢啊，整个紫石街没人，找一旮旯啊，雨煞子底下跟那忍了会儿，这么有钱这么有势这么有身份的一个人，逢这个事儿了啊，不拿自己当回事儿啊，四点多就到这儿了，跟这迷迷糊糊冲盹，再一睁眼天都亮了，赶紧就起来了，跑得这快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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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街上都纳闷，嚯，见过骡子马惊了，人怎么还惊了呢，嗯，跑跑哪儿去呢，跑到王婆的茶馆啊，一进门眼都直了，屋里俩人，这儿是王婆，这儿是潘金莲，潘金莲跟这儿正做活呢，进来了，站在那儿，怎么呢，跑的，王婆乐了，哎呦，西门大官人来了，哎呀，你瞧瞧高兴的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我给您介绍一下啊，那谁那个啊，大娘子啊，
这是我跟您说呢，我那干儿啊，西门大官人，这是咱们邻居啊，武的嫂子，哈哈，她叫金莲。哦，大嫂，西门庆这厢有礼，一躬到地。潘金莲一抬头，哟呵，心里俩念头：第一，我认识他，这就是那天挑帘子时候竹竿砸的那个人呐。那么第二呢，我看此人好像武松。谢谢吧，这都是组团来爱我来的啊。一去二三里，烟村四五家，亭台六七座，一只红杏出墙了。去保安们赶紧来，给他们都扛出去啊。这个每次到现场，在我胡说之前是你们胡说啊，现在挺热闹，不管是说相声还是做节目说书，台底下观众的称呼都很好听，有喊男神的，男神，也有喊女神的，女神，你看这下边还喊祖宗的啊，有的去了就喊爸爸，那是一看就是冲着郭麒麟喊的，有喊姐夫的是冲着张云雷喊的啊。谢谢吧，你说这玩意儿啊，那天我跟张云雷说，我也没想到中国相声界现在出了偶像派的演员了啊，比他说的好的也有，比他唱的好的也有啊，他往那一站一摸头发，底下哦，怎么摸个头发怎么就那样呢，后来一想也有道理啊，你好多演戏的不也是吗，小姑娘小小子也不要什么技巧，站那就对了，这都属于参观类的演员啊。你说让我们这个从小学艺的人情何以堪呢，看完之后觉得就当初不该学艺，直接上韩国动动刀得了啊，摆在那儿当蜡像那么干啊，挺好，怎么红的都有啊。现在德云社我算是轻松了，小孩们逐渐的成长起来了，长江水后浪推前浪，武林中一辈新人换旧人，我这个年近半百的老人啊，哎好，你看我的托，钱没有白花呢啊。闲话少说，说点也行。不说难受啊，不说了，俺老说这，那求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其实倒不为别的，就是拿你们啊赌看视频人的嘴，啊，我真瞧见那个看视频的各位跟网上骂人来着啊，咱主要是怨你们勾搭我说闲话，耽误他们充会员的钱啊，充一会员多少钱？12啊。十八能看多长时间？一个月。18块钱看一个月呢。最近没有正文。咱这讲理啊，我哪知道？你要说花个大几百上千买张现场的票，说闲门你心疼。18块钱，你心疼什么呀？心疼？还讲理不讲理了啊？好吧啊，也不能这么说啊。一个人18，他架不住人多呀。俩人就36，是吧？两口子就36，这两口子这日子白过，还俩人用俩号看啊。得了啊，咱们聊会儿，痛快痛快就得了。接演武松。这个我其实说句实在话啊，每次说武松的时候其实很纠结，为什么呢？武松的
表现手法跟刘罗锅就不一样。刘罗锅得有三分之二是用单口相声的技巧，武松得有四分之三是评书的技巧。啊，你刻画人物的时候，很多东西很多技巧它不一样，得让观众投入进去，该哭就哭，该笑就笑，挺好啊。上文书咱们讲到，西门庆来到王婆这儿，终于瞧见日思夜想的潘家大姐姐了。潘金莲认出来了吗？认出来了，打一进门就认识。你要说逛菜市场去啊，好几千人家人卖菜的，连骡子带马，你没认出来有情可原。这屋里满盘就是他跟王婆俩人，推门进了一大小伙子，那拿眼一打就知道。又何况西门庆也是个俊品的人物，小伙子长得也精神啊，何况前两天刚刚发生了竹竿子砸脑袋的事情，没个不认识啊。瞧了一眼把头低下了，男女授受不亲，又不认识人家啊，离得这么近就觉得害臊啊，赶紧把头低下了。但是不由自主的又瞧了一眼，这个是瞄了这么一眼啊。我这聚焦有问题啊，眼睛散光。嗯，瞧了一眼，这个看法就不一样了。头一次见的时候慌里慌张惹祸了，不好意思，这回不一样了。哎，离着近那么近，看了一眼点点头，嗯，穿得很讲究。过去有句话吗，画是拦路的虎，衣服是渗人的毛。同样的一个人穿不一样的衣服，所表现出来的气质是不一样的。你上澡堂子看，你看不出来谁如何如何，都光着屁股呢啊。但你穿好了，这状态就不一样了啊。你穿身名牌啊，穿个大衣啊，他跟陪麻袋的他就是不一样，自己也觉得没底气。你看哪个陪麻袋的好，那是换了新麻袋了啊。所以说西门庆家有趁钱，有钱有势，阳谷县县太爷使的人都欠他银子，你就知道他多厉害了。又有钱又有势，小伙子又年轻又会打，文武双全。可惜不走正道啊，穿的讲究。所以第一眼看见了觉得哎有好感。那么第二点呢，就不知道从哪儿感觉有点像武松，心里边就这个滋味很难拿，有点像武松。他赶紧低头干活啊，给王婆做着衣服，好不够王婆忙活的，快坐呀快坐呀，喝水呀，吃水果啊，嗑瓜子啊，把他这有的东西全摆上了。西门庆乐，哎呀干娘啊，您别忙活了，坐坐坐坐坐，我给你介绍介绍啊，那个武大嫂子金莲，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哎，王妈妈，哎，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我那干儿子啊，阳谷县赫赫扬名西门庆，西门大官人。金莲赶紧站起来了，哦，大官人万福。十个礼，哦哦，不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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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哈哈哈哈，哦哦哦哦，都说不出去整话来了。这个无论男或者是女，如果爱上对方了，就玩了命的爱的时候，其实他那个状态一般都是心跳加速，口干舌燥，说不出整话来啊啊，这还啊，太开心了啊，太开心了，坐坐坐坐，喝水喝水喝水。西门大官人可不错啊，家里有的是钱，趁买卖在咱们阳谷县有钱有势啊，而且啊疼人呢啊。你说说我一个孤老婆子，谁拿我当回事儿？这不吗，给我买的这些个布料衣料的，您瞧瞧，这是您的钱买的。哦，好好好，我看看我看看，哎呀真好啊哈，料子这买真好啊。顾不过来看，那个眼睛有钩一样就搭在潘金莲的身上啊，
好啊。老太太很心疼，快放下吧，快撕了都。啊，好好好，哎呀，这个料子还一般，我看这个大娘子的手艺很好啊。老太太也夸，那是啊，这一街两巷的，凭什么请她来给我做呢？别人的针线活不灵啊，这不吗？求人家一说就成了。心眼好，活菩萨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没话搭个话啊。潘金莲就低着头，这腮帮子这儿呢有点泛红啊，有点害臊，也不知为什么就觉得这会儿心有点跳啊，就陪着笑吧。啊，是，嗯啊，你见过说相声捧哏的那个吗？嗯啊，嗯，是是哈、啊、嗯，别挨骂，没有这事。这句没有，这句没有啊，就干活呗啊。嗯，老太太高兴。我跟你说，你可别小瞧金莲，知道吗？那个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炕上一把剪子描龙绣凤，炕下一把铲子煎炒烹炸，什么都会。你看人家给我做的衣裳又缝一块儿了，怎么呢？走神了啊，心思没在。哦哦，咬开了又重弄啊！哎呦，你瞧瞧，哎，聊天呗，喝了茶，吃了水果，说一会儿聊一会儿，说一会儿聊一会儿，挺好啊。聊吧，总聊就聊不到什么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那么说潘金莲心里怎么想的呢？很犹豫，潜意识里边很喜欢这个人。为什么呢？这些日子就觉得心里边有股子邪火，不知道往哪儿发。但今天西门庆突然的堵上了这个缺口之后，就觉得他好像很亲近这么个人，很愿意他在这儿，愿意跟他聊天，哪怕不说话，我这干着活，他跟这坐着，觉得好踏实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。这叫什么呀，列位？动了心了啊。西门庆这儿呢温文尔雅的啊，拿着扇子端着杯啊，三杯茶得有两杯倒在鼻子里头了啊，高兴。哦，本来小伙子就帅就精神啊，这会儿还努力的做出来君子如玉的状态。老太太在旁边呢一句一句的往一块拢，这聊差不多了，老太太乐了，天儿可不早了，咱们得吃饭了啊！今儿个咱们这样，谁也不许走啊！咱说好，你们俩谁不许走？谁要走了，我可生气啊！西门庆都站起来，您看看这个，这，哎呀，坐下，坐下，坐下啊！你一天到晚的忙，你哪有功夫去？是不是？今儿来了，不许走啊！不许走，你更不能走了。金莲把这针都别好了，我得回去了啊！待会儿武大该回家了，你管他干嘛呀？这会儿还早呢，那么大个活人，自个儿还不能弄口吃的吗？是不是？坐下啊，不能走，我都准备了，咱楼上吃吧。茶馆在底下，顺楼梯上去，他楼上是他的卧室，老太太晚上睡觉在上头。来来来来，拉着金莲，金莲，就麻烦给您姐姐说这个远了，快来快来。上楼梯，西门庆就不用客气了哈，撩了衣服就跟上来了。一上楼梯，正对着就是卧室这门。打开门，迎面就是这张床，老太太睡觉那床，啊，您可记住了。上楼梯正对面是门，开开门就是床，这个屋子里边迎面是床，这边呢有个桌子，有这么四把椅子，靠这面墙上呢有什么躺箱啊、立柜啊、搁衣服的东西。楼上很简单，就这么一个装置。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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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进来上屋里来，往这边坐，桌子椅子，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挨着坐着，我坐这边。咱们简简单单的，我这什么都有，熟食啊，什么叫酱肉了、烧鸡了，
又提前买了有凉菜，早准备好了，都弄得了。啊，老太太又出去，绿锅饭馆又买大盆汤菜，热热乎乎都弄来，酒也烫得了。啊，吃着喝着，啊，可别嫌我这次，没别的了。我姑老婆子一个人拿你们当亲人，来吃着喝着，好好，这都端起来了。老太太，我先敬你们一杯啊！你受累了，姑娘，儿子，我得你计了，花你钱了，喝吧，喝吧，喝吧，喝着。他先敬三杯，西门庆端起来，我也得敬你一杯。干娘，福如东海，寿比南山，喝。大娘子，我敬您一杯。金莲陪着呗，发自肺腑的愿意跟这儿喝酒。喝了几杯之后，要不说是酒这个东西它不是好东西呢，啊，人明白的时候啊是一个状态，喝完酒之后想法也不一样，啊，就觉着从内到外这个状态晕晕乎乎的，很享受。喝酒最佳状态就是似醉似不醉，就怕特别醉，烂醉如泥，喝完酒吐人一桌都是，啊，跺着脚骂街，桌给人周了，那个喝酒就没有意思了。当然了，这么多年来我们看喝酒的，其实大部分人喝酒之后耍呀闹都是成心的，我没看过一个人喝完酒自己跳河去的，啊，喝完酒杀人放火的没有。骂人的时候也是有选择，打不过了他不骂。所谓的喝酒闹事儿，就是以酒折脸儿，趁着这杯酒把自己平时想说不敢说的话说出来。没有那么混蛋的，哪有去，可能一万个人有一个啊，也有，咱不能说没有，但大部分人以酒折脸儿。为什么说酒要少吃是要多知呢？喝大酒没好处。喝吧，这儿喝着，开始啊，潘金莲还没什么话，就随着，哟，谢谢您啊，哟，您别给我加菜了，我够了啊。喝着喝着呢，解放天性了，敞开心扉啊。早先看西门庆呢，偷着瞄，到最后呢。不一样了啊，老太太一瞧，嗯，快熟了。那西门庆三杯酒一下肚，聊呗啊，我在阳谷县如何如何，我们家趁多少多少钱，我那个买卖怎么怎么样，我开的是个生药铺，我上哪儿去进的人参，人参的行业是如何如何，县太爷跟我怎么怎么好，我跟谁学的武术，我打过谁，当当当当当当。潘金莲也没出过门啊，他也没见过什么叫英雄啊，每天跟武大郎过日子。慢说西门庆这样人，但凡好一点的就比武大郎强，所以说今儿一听人家说，哎呦，罢了，这是个人物，允文允武啊，有钱有势，发自肺腑的觉得真好啊，人就怕这个啊，他是不自觉的把这根线儿自己就拉近了。而且人家西门庆色中恶鬼，花里魔王，阳谷县泡妞协会常务理事长啊，那个同着姑娘怎么说话，同着少妇怎么说话，察言观色，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你心里想的是什么，就专找你心腹里爱听的话说。嘿呀，堂堂堂，他不光他说，还有王婆呢，老太太还给帮忙呢，光老太太就够他受的了。王婆那个嘴能说的寡妇改嫁啊，两口子分家，没准主意的两句话就能给你支到新疆去，你回来还给他烧葡萄干呢。你都不知怎么出去的。那个好家伙啊，这男女混合打
管他了，看看潘金莲这会儿怀孕的心都有。哼啊，四个字儿，相见恨晚。第一是当初爱过武松没有得到，今天恍惚觉得在他身上有武松的东西，而且比武松还温柔。武松是英雄，但是愣不解风情啊，不懂人事。你看人家这个说话办事儿，夹菜倒酒聊天，那个表情那个状态，他怎么就能不爱他呢？越看越爱。老太太心说，现在我有点碍眼了，我再坐会儿这俩人能给我抬出去啊。拿起酒壶来倒酒，哎呦空了。你说我是不是上岁数了啊？你说这玩意儿啊，打点酒还没打够啊。等着打酒去，站起来往外走。这俩人心说可走了。老太太出来把门带上，大踏步的下楼。为什么呀？告诉你们俩，我走了。现如今这个屋里边可得意了，孤男寡女。西门庆把扇子也放下了，潘金莲把杯搁下了。西门庆超快了，吃啊吃啊，金莲都快饱了，吃，拿着筷子要夹菜，假装那么一撒手，筷子掉地下了。哎，该死，该挨打了，筷子掉地得挨打，该挨打了。蹲下捡筷子，这筷子掉哪儿？掉在潘金莲脚边上。西门大官人仔细一看，哼，这人家这个脚裹的是真周正。那个年头女的裹脚，说这不裹脚的女人啊都没人娶，脚得裹得小还得周正才好呢。你看人这个脚裹的就跟一根烟卷那么长，特别周正啊。西门庆点点头，好啊啊，伸过手来，那这三寸金莲拿手一掐，心说成败在此一举。你别看刚才聊天又说又笑，这会儿要翻脸了就算完了。这儿一掐人家脚，人家喊上臭流氓啊，臭流氓啊，哗哗把桌子一周，那算拉倒，这辈子谁也别见谁了啊。一掐着脚翻眼一瞧，潘金莲笑了，扑哧这一乐，西门庆浑身骨的节都酥了啊。抬头一看，金莲瞧着他，你真的要勾搭我吗？就这一句话说完了，西门庆撩一声咕噔跪下了，娘啊。已经无法表达自己内心这份情感了，哎呀哎呀，我求您救命，求您救命。潘金莲笑了，一伸手砰给西门庆就抱在怀里边，旁边那就是床。文言词说春风一动，要是有不明白的就听点别的吧，好吧。啊，谁家的烟筒都得冒烟啊，这个不能掰扯的太细致了。原文是这么介绍，当然原文说的很牙碜啊，我们翻译一下，也就是两个人喝酒吃饭累了，咱们休息休息，跟床上躺着呢。老太太早就回来了，很担心这个事儿不成功啊，再上楼就不能啊，悄悄的上来侧耳细听啊。
等了会儿，觉得时机成熟了，啪，把门推开了。这两位跟床上还没起来呢，啪，一推门，一瞧进来人了。潘金莲拉过被子，赶紧盖上。西门庆拿着衣服挡了自己，啊，王婆这个做派啊，眉毛立起来了，哎呦，可缺了德喽！进来了，顺手先把门关上，怎么呢？别让外人听见。哎呦，扫了孽了！我就这么会儿功夫打个架，用你们俩这是干嘛？哎呦，快快穿上，给我穿上！老太太还奔这边脸转过来，俩人把衣服穿好了，下地。咕噔就跪在那儿了，潘金莲脸都白了，说不出话来了啊！西门庆呢，咬着牙啊，不能乐出来呀、啊，干娘，啊，很开心，很开心啊，干娘，这个是我们不对。王婆把脸转过来，你们还知道不对呀？西门大官人，哎，我也是没什么可说你的啊，五的嫂子你不应该呀。是啊，西门庆有什么可说的？你们一块儿做的扣是吧？哎，五的嫂子您，哎哎呦喂，我是让你做医生来，您这事儿，这个五的爷爷，我们这低头不见抬头见，一天到晚的，这要是传出去，我这个脸往哪儿放啊？潘金莲眼泪都快下来了，吓坏了，哎呦哎呦，王干娘，您看我这错了，您饶了我们这一回吧啊！哎呦。先起来吧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西门庆这儿拉了一把，起来，起来。俩人起来了，坐在这儿。金莲低头无语，害怕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缺了得了。这事儿啊，你们拿主意。一个呢，就是咱们见官吧，啊，我给你们俩揪出去，叫着五大爷。咱们呢阳谷县大堂上，我把你们交出去，是死是活是你们的事儿，我老太太不趟这个浑水。西门庆，您别去呀，那哪成去？潘金莲吓坏了，干娘，这可不成，人命关天的，你还知道人命关天呢啊？哎，不过话又说回来了，金莲呢，你也没有什么不对的，聪明就在这儿了，一定要给对方一个台阶下。你也没有什么不对的，大郎确实是配不上你，外号三寸钉古树皮，姑娘，你如花似玉，天仙一样的人啊，你跟了他，我瞧着这心里都不是滋味。和这两句话一说，潘金莲眼泪都下来了，说心腹里边了。哎呀，您看这事儿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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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，反正你们俩是在一块儿吧，倒是也说得过去。我这个干儿要人才有人才，文武双全，家里又趁钱，也不算对不起你啊。哎，得了，造孽就都算我的吧，归公吗？上衙门吗？不去呀、啊。好，要不去呀、啊，你们俩以后就常上我这儿来吧。啊，既然这不是俩人好上了吗？我就愿意瞧你们俩这好劲儿啊，就得好下去，做得到吗？哎，做得到，做得到。哎呀，活活气死我呀！回去可别跟大郎说，我哪能说对。你就上这儿来，上我这儿来，老太太给你们看着门，咱们是一家子呀，对不对啊？我要不疼你闺女，谁疼你啊？是不是啊？西门起身说，老太太聪明，撩一声跪下了，干娘，你就是我亲妈啊，再造之恩呐、啊，还得快起来吧，啊，快起来吧，不叫事儿啊。嗯，以后闺女我就拿你当我的亲儿了，吃什么喝什么想买什么跟妈妈说，妈妈没钱妈妈给你借去。西门庆心说，啊，
还跟我使买卖呢啊？不不，就就就有我的那意思，都是我的啊，那是你的良心啊。行了，喝酒吧，喝酒吧。打这儿起，这一家三口算是团聚了。天天早晨起来，潘金莲告诉五爷，赶紧走去做买卖去，你那些个炊饼粉丝都等着你呢。啊，阳谷县都拖着豆腐脑等你的炊饼呢，快去，别耽误啊！嗯、啊，赶紧走，晚点回来啊，卖干净再回来啊！不是卖干净都几点？你还呀，卖完了跟人客户聊会儿啊，晚回来会儿吧。嗯，这只要一走，他就出门，近呢，斜对门啊，对吧？到这儿一会儿，西门庆就来了，俩人上楼睡觉去。老太太门口弄个椅子，一坐沏壶茶。嗑瓜子聊闲天，其实呢望风。那么说就没人知道吗？列位，哪能啊，怎么可能没人知道？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裤子呀。啊，都知道，天天武则天一走那就来啊，前后脚天天如此。每天潘金莲捯饬的呲儿啪的上这儿来，一呆呆一天，晚上都是喝着醉醺醺啊，晕头红脸的才往回走，老走夜道哪能不遇见鬼啊，这才引出来五大爷抓奸。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，万里长江飘玉带，一轮银月滚金球，远自湖北三千里，近到江南十六州，美景一时观不透，天缘有份。画中国，对，以后我上哪儿去我都带着你们，好，给你们藏这桌子底下，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有限，你也不能说都进来三五十个人，哎，我带你们出去咱们开心去啊，主要是我很开心啊。这个接演武松，有人说怎么一上来就说武松呢，你看看得给书听啊，聊聊表不？是吧？其实有的时候也不想聊聊天啊，愿意多说点正文啊。你们老往沟里带我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这都是你们支持我呀啊！好吧，以后咱们开一个聊天节目也挺好啊。好。哎，弄一桌子，然后你们在桌子底下，咱们聊聊天啊。那叫聊天啊。哈哈，这个时间紧任务重，因为武松要想掰开揉碎了说吧，且得说些日子了啊，咱们说着看，说了哪天我腻了咱就换一别的。我们这个说说最大特点就看我心情啊，挺好。当然了，你们也可以总结一下喜欢听什么，你们可以在微博上或者哪儿告诉我一声啊。那倒是，长这么大就是耳朵根子硬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个道上啊一万个人呢有一万种方法，我要听你的呢，真错了真有问题了你也不会管我，你回头你还得说我，你看看这人没准主意啊，给他匹瞎马他就骑，你这玩意儿没地儿讲理去啊。你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，最重要一点，干什么有什么的规矩很重要啊。哎，当然这些年接触观众接触多了，有时候也挺可爱，因为什么，人家爱这个才愿意给你出主意。你看这个唱戏的那个观众，咱不是我夸你们各位啊，听书跟听相声观众还好伺候啊，这个听戏的观众难伺候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听戏它是这样，先入为主，
我听张三一段录音，我就认为全世界这段唱腔就应该这么唱，再听李四的就认为李四得死啊，还不能好死，原因就是跟我听的不一样啊。你这就难了，你拿唱戏来说，好歹我还指着唱戏活过呢，唱了好几年的戏啊。有一段时间下午晚上或者有时候从早上起来开戏，你到农村唱庙会去，上村里唱戏去，你早上七点开戏，一天我们得唱一天，等于就是啊，三出四出都是他，我好歹指着这玩意儿干了七年，我指着吃饭呢，对不对啊？我知道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，那些年唱戏其实对我后来说书说相声很有帮助，得到的最重要一个理论就是艺术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你以为京剧秦香莲你有剧本了我就照剧本唱了，不是啊，每一个演员的处理方法是不一样的。按说说流派之间就是同一个演员，他同一出戏同一个唱段，他都是不一样的表现形式。今天他觉得嗓子不舒服，八句他就唱四句，有时候太不舒服四句就改两句念白，对吗？对呀，戏乃戏也，何必认真啊。今儿嗓子痛快，底下观众踊跃叫好，没有唱他也跟打鼓在那儿，哎，这什么意思？告诉打鼓的给我开唱，剧本没有啊，没有也唱啊，什么意思呢？要让今天的观众满意，我要把我今天最好的一首表现出来。今儿嗓子不痛快，我干嘛还唱了四十句啊？我唱六句就够了，今天特别好，在状态，嗓子也好，那来吧，长一调门。你剧本写的是仨半眼儿，就是调门的一种啊，仨半眼儿。我今天痛快，我唱俩眼儿，难道说就不对吗？没有不对的，啊，为什么看着别扭？是因为你不懂。那么后来我们就明白了，说书也好，唱戏说相声，它是活的，它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逐渐的完善。打七岁学这出戏，到95还这么唱，你是个学员，你没有把这个东西化了，你并没有真正的明白为什么唱戏，你只是复制了你童年学习的东西，没有出息。哎呀，我们家三辈都干这个，三辈我们这都没改过，一直这样，一家子笨蛋。那怎么办呢？这就得轰出去，指着这个吃饭，跟着戏班出去唱一场戏八块钱，到那会儿你就明白了，你之前的意识都不值钱啊。当然咱们话扯远了啊，还是得回来说书啊，说书的目的让观众开心，当然我也得开心啊。我现在说这个故事我就很开心，因为说到了西门大官人和金莲姐姐啊，还有王阿姨三个人的幸福生活。上文书咱们讲到了潘金莲西门庆勾搭成奸，那么这个事儿到什么程度，列位阳谷县都知道，都知道。就这趟街叫紫石街，两旁边都是住户，武大郎挑挑一走那儿，好家伙，扭扭搭搭就出来了，捯饬的漂漂亮亮的，戴一脑袋花啊，直接奔斜对门。这儿刚进门西门庆就来了，西门庆一进门老太太就出来了，固定模式啊，坐门口来凳子嗑瓜子喝茶水啊，一会儿出来进去送菜的送饭的送酒的就都来了，赶等头天黑啊，这个大娘子又回来了，晃晃悠悠喝了酒脸都通红，再一会儿功夫西门庆出来从那边走了。谁不明白啊，一天两天不知道，天长日久没人不知道。街坊四邻最起码有撞见的，回来就有聊天的，有跟西门庆熟的了，还有啊，西门庆回家就说了啊，最近我这可不错，艳福不浅，听说您跟潘金莲，别瞎说呀，你看咱自己哥们儿，那你可不能学去，听见了吗？啊，你能做到吗？我能做到，啊，是我们俩是不错。各位您记住了，这个事儿能烂在肚子里不要对任何人去讲，你只要跟任何一个人讲全世界就会知道啊，你不要指望你告诉他，你可别说呀，他一定会说的，你要不嘱咐他可能还好一点，
倒霉倒霉这句话你可千万别说呀，那个人只要说你放心我发誓，那就已经想好了告诉谁了。嗯，啊，尤其这个事儿越传越热闹，整个阳谷县人人尽知，武大爷不知道，谁敢说呀？啊，奸尽杀，赌尽盗，这个奸情出人命，赌博呢出小偷啊，赌尽盗，赌啊。到最后没辙就得偷去，偷了好换钱呢，啊，像这个事儿要出人命没人敢出，但是天下的事儿哪有一成不变的，出事儿了。阳谷县有一小孩姓乔，叫运哥，乔运哥，15岁，母亲去世，跟爹过日子，这个爹呢身体不好，眼神几乎就瞧不见啊，全靠这孩子养活。怎么养活呢？挎个篮子囤点水果，各处一卖，卖点钱，爷俩活着啊。跟武大爷关系好，武大爷疼他，小子过来过来过来，吃饭了吧？还没呢，还没卖钱呢。哎呦，来来来，给你来俩炊饼，这个给你爹送去。大爷疼他，他也懂事儿。哎，您看这新下来的大梨，您来一尝尝。那爷俩关系很好，感情不错啊，哪儿都去，挎个篮子水果，这儿去那儿去。前两天呢，王婆买的水果招待西门庆，老挑最好的，完事呢还不给钱。其实他有钱，因为后来陆续的有时候西门庆就打发人送钱来啊，80两100两老给钱，很有钱，越有钱越舍不得花啊，80两到手了，他琢磨再来20两凑100，凑100不动了，你那玩意哪受了去。而且小孩他老欺负，就回家说吧啊，最近这些日子欠了不少水果钱呢。今儿这孩子来了，打这儿过一瞧，他坐在门口正嗑瓜子呢啊，那谁，老王婆干嘛呀？你结账啊？结你奶奶嘴儿。没有这么说话的啊啊，小猴崽子还轮着你找我要账来了，不是你讲理不讲理啊？是不是你欠我钱啊？回来说滚蛋。不是你不愁吃不愁穿的，我那家里孩子爹呢，老瞎爹呢，我明天得活着呀，你给钱没有？我告诉你，你给我啪扬手给孩子来一嘴巴，你这就没事找事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你怎么打我？打我还踢你呢啊，小猴崽子！你想他能让他踢吗？15岁的半的小子啊，一闪身，薅着王婆，你打我，给他来一下。呵，猴崽子，你要疯啊！俩人就撕吧。这撕吧的过程当中，乔运哥心说不对，人人都传说潘金莲跟西门庆在他这儿私会，武大爷那么老实，我得借机进去瞧瞧到底是不是，给武大爷报仇。小孩嘛，要不说啊，你给我躲开，给王婆一扑了。15岁半的小子正有劲儿呢，60岁老太太那一扑了咕当躺下了，小孩就往里面就冲啊，噔噔噔噔噔噔往上跑。老王婆吓坏，嗨，不行，你给我出来，风一样往里边追他啊。小孩噔噔噔噔噔上楼，这个楼啊，因为天天俩人来了就进屋啊，这个门呢有的时候就插上，有的时候啊就忘，今儿这门呢没有完全插上，他没等到楼梯上面就瞧见了门缝开着，没错，床上俩人，西门庆、潘金莲，啊，要喊没喊，王婆到了，听到吗？一把揪住小孩，你给我下来！从楼上就给拉下来了，啊，到门口这儿一通踢，滚蛋！啊，乔云哥赶紧跑，
一边跑一边哼啊，打我一嘴巴，哼，你老家伙不是好人啊，那西门庆啊跟武大奶奶在这睡觉，嗯，我得告诉武大爷去，去吧。转过两条街，武大爷那摊儿跟那儿正给顾客讲解炊饼的食用方法呢。嚼啊，嚼咽啊，来缺心眼的不会吃饼，这正忙活着，他过来了，怎么了？武大爷拿他当自个儿子一样，怎么了？擦嘴泪，别哭，谁惹你了啊？我还是别告诉你，说呀。啊，怎么了？那个，武大婶子，怎么了？跟西门庆睡觉呢？哈！这句话不是那么好说的呀。又何况以前风言风语，大爷听到过，但是不愿意相信，啊。可是有人面对面的跟你说这个话，这个意思不一样啊，别瞎说。我没瞎说，我这刚跟你说，你看你还吓唬。怎么回事？我上王婆那儿欠我水果钱，然后他打我就生气，我就冲进去，我上楼我就看他没关门，我看那个西门庆跟我的婶儿在炕上睡觉呢。武大爷连色儿都变了，人最怕就这个呀，啊，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不孝，但是没轮到你自己身上不当回事儿，真面临了这口气咽不下去，唉，傻了，坐在这儿半天儿都喘不上气儿了，心噔噔噔噔跳。就觉得这血管跟着蹦蹦蹦，哎，乔运哥擦擦眼泪，大叔你也别着急啊，要不你去报仇去啊？你去报仇去，你去打西门庆。孩子，我打不过他，他比我高那么些个呀！啊，你拿把刀，你捅了他，上得堂去你也有理，是吧？捉奸，你杀了他，大老爷不把你怎么样。孩子，我拿着刀我也够不着他胸口啊！那你找个竹竿，把菜刀绑在竹竿上。青龙偃月吗？请原谅我的单纯。不是，你细琢磨这状态啊，大竹竿绑一菜刀，青龙偃月啊。有人说你这说的好好的，就投入感情的时候为什么要这样？列位，不能让您各位太难过，跟着揪心啊。你听我说鬼故事也是说差不多了，一定给你们带出来，让你们害怕。玩笑说玩笑，武大爷这口气咽不下去了，拿刀杀他是瞎话，捉奸在床是应该的。孩子，你帮我，啊，你跟我一块儿去，到门口你缠住老王婆。好，我跟您走，走，去吧。摊儿也不管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管炊饼，去吧。转过两条街回来了，老王婆那儿这还贴个纱布，怎么呢？刚才打起来过程当中啊，乔运哥拿一大苹果，我去你的，啪，整歇着歇轻了，歇了一会儿，哎，好小兔崽子啊，别打这过，嗯，
再打着过我把你撕吧撕吧喂鹰啊。正说着呢，运哥来了，往常是大模大样过，今儿是溜着墙根过来，老太太冲这边，这后边过来人没看见，那、嗯啊、瞧运哥过来了啊，猛地转着对脸抡圆了，啪，这大嘴巴打的结结实实啊，全身的力气用在这儿了，老太太就没注意啊，正琢磨事儿，啪，愣了就一分钟，一分钟之后怎么了，谁呀、啊、再一缓过神来一瞧，哎呦，小兔崽子，老娘跟你拼了，站起来俩人揪了一块儿，乔运哥有防备了，筐也扔了地上，今天就是你了，搂住老太太，两个地上咕噜起来了。就这会儿功夫，武大爷又打旁边窜出来了，迈步就进茶馆，一边走一边喊，金莲金莲，你不应该呀，一边喊一边上这楼梯。老王婆一看坏，不能让他进去呀、啊，这儿死气白咧的跟这乔运哥撕吧，恨不得把他扑了开了自己上去，运哥疯了，这不要住你不撒手，武大爷一定要成功的。大爷一上楼梯一喊，楼上就听见了，那潘金莲滋楞就坐起来了，耳朵一听坏了，武大害怕吗，害怕，害怕什么呀，害怕情理，这个人有什么可怕的，对吧，你说是怕他打你，是怕他什么，都不是，亏心呐，这个是最可怕的，怎么面对呀，啊，哎呦，武大来了，西门庆拿过裤子来先穿裤子，站起来了，你刚才说的话还记得吗，大爷来之前俩人正说话呢，啊，潘金莲说，嘿，我能跟你天天在一块才好呢，好啊，那咱们就天天在一块啊，好啊，好是好，我家里这不是还有一个丑鬼武大吗，好、哦、娘子，咱们是露水夫妻呀、啊、还是长久的夫妻呀、啊、露水怎么讲啊，露水夫妻天亮就散，你也不用想多了，没用啊，要是长久夫妻，哪天我找武大去了，我废了他，潘金莲好啊，你有这能耐那感情好啊，姑奶奶爱你一辈子，这刚才俩人刚说完，楼下本家来了，你不应该啊，楼上奸夫淫妇吓一跳，西门庆问，刚才你说那话算了，什么话，我废了他，咱俩一块儿，你还记得不记得，潘金莲乐了，那看你的能耐了，列位，青珠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，两般焦壳最狠妇人心啊，当然啊，现场的女观众不必往心里去，你也不是潘金莲儿，是不是，这是几句老话，就形容当时潘金莲的状态，看你的手段，好嘞，提裤子站起来，这门本来就没闭死，武大爷上最后一蹬台阶，站在台阶这儿，这实在是没有办法，不是丑化武大爷，身高有问题啊，一抬头仰脸看，整看见俩人，地上站着西门庆，提着裤子歪着肩膀往这儿走，床上坐着潘金莲抱着被子，武爷这口气就到这儿，列位记住了啊，千万不要生气，天下所有的病都是由气上得的啊，
千万不要生气。可是这东西很难控制。五爷就觉得这口气从这儿来往上走，就到嗓子眼了。金莲，你不应该。这话没说完，西门庆到跟前了，岔开五指。五爷正仰脸呢，还差一瞪就上来了。他是练武之人呐，多的劲儿，整拍脸，打人不打脸，又何况是你偷人家媳妇儿？为什么最后他得死呢？太亏心了，啊！打这大巴掌，整打五爷脸上，紧跟着一抬脚，嗨，踹心口这儿，这是最后一蹬。就借着这股劲儿，五连从上面嘟下去了，啊！下去之后还站起来了，晕晕乎乎，因为他的茶馆很浅啊，哎，晃晃悠悠到茶馆的门口那儿，一翻身，啪，摔那儿了。就这口气憋在这儿没出来，又来了这么一脚，整踢胸口上。这是内伤啊，真恨得很，浑身一较劲躺那儿。楼上潘金莲也坐起来穿衣服，看看西门庆。有你的，西门庆，哈哈，说到做到。然后呢，我得下去哭一抱去啊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，怎么我的不是啊？你要一脚给他踢死，这事倒好办了。现在半死不拉活的怎么办？给我找麻烦啊！我得下去，下去哭他两嗓子，给他弄家去，不能让他跟人家这儿闹。你跟楼上待着吧，啊，天黑再走吧。嘿，西门庆待着，潘金莲穿衣服下楼。一边下楼一边哭，大郎哎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？下楼梯怎么还绊着了呢？你瞧，摔背锅气去喽！哭着出来，外边呢，乔运哥正抱着五爷，对爷对爷，有出气没进气，老王婆也过来，那么大的岁数，脚底下不看着点哪行去啊？是不是啊？哎呦，大奶奶快来吧，看看大爷。哎呦，这快往家送吧。街坊邻居都骂街，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心太狠毒了，啊！赶紧把他们弄走吧，也没人敢过来搭茬，没法搭把手啊，很尴尬的一个状态。啊，这几个人搭着把五爷送回来，乔运哥开门就跑。这儿就剩下王婆跟武大两口子了，啊，掐掐人中，拍着拍着五爷，哎呀哎呀，你不应该呀。这俩人点点头，没死就好办。出来出来出来，王婆叫他过来，没死啊？是没死就得了，不要紧的啊。那怎么办呢？闺女，你得找个大夫给他瞧瞧，真的假的也得让他喝点药，要不然街坊四邻说闲话啊。行，那您头走，我找大夫去。哎，找大夫吧，给来瞧瞧来，开点药呗啊，管用不管用的先开着吧，喝着吧。西门庆呢，找一节骨眼回家了。赶等夜深了，打发西门星又来了一趟，上老太太这儿来。我来了，一人来的。嗯，什么事儿？大官人让我送一包银子来，啊，知道，搁这吧。完事儿需要什么，您再说。明后天我还来，啊，行，走吧。嗯，拿着银子给五爷买药，一天、两天、三天、五天。这几天呢，西门庆就没来，潘金莲也没去，因为再去有点太没人性了。
在这儿也没好脸子，反正是喝药喝。大爷受欺负惯了，这一天给递三碗药都感觉到很温暖。早对我这么好多好，别别废话，喝药。缓了些日子，比前些日子好多了。金莲呐，你不应该，你又完没完？我怎么不应该啊？你瞧瞧你，你瞧瞧我，我跟你就应该了吗？啊，行吧。哎，得了，你这些日子对我就算不错，还给我熬药喝，给我弄饭吃，人心都是肉长的。行了，我就当啊没有这么回事儿啊。你以后跟那小子就断了吧，我就当吃个哑巴亏啊。老二回来呢我也就不说了，这事儿呢就算了。这可都是好话呀，可是好话分谁听。前边潘金莲没往心里去，后边这句老二回来我可不说了，他还有个兄弟叫武松呢，他说他不说那玩意儿哪有准去，万一哪天抬杠拌嘴他又说出来了，这事儿可不成。哎呦喂，要这么说武大武大你是非死不可。